先看440页。这个是在十回向品的这个第六段第六段十回向品是这个十回向品是有十个，在这个十回向的它的一个意义呢，就是我们在修菩萨行从一开始发菩提心叫做十住，然后接下来呢就实行就是实际上依据我们的理念去实践，那实践了之后呢就会有什么，就会有效果，就有功德嘛但是呢我们一般可能一开始做只有做这个一部分，没有办法做到圆满没有办法做尽所以有时候我们说这个就是蒙走啦就是叫随喜随己所能所力。但是到了这个十回向的时候呢他就要把我们能做的呢就是尽力的去做。是所以同样做一件事情做 20% 也是做，做 100% 也是做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回向的意义呢其实就是把我们本来只是为了自己的随缘心而做的这种发心能够呢扩大扩大它的效果所以依行而起愿依行而起愿那这个愿呢对象就是一个三个第一个就是我们上供一切十方诸佛我们希望呢既然学佛就要成就究竟究竟的法第二个呢还要怎样，这个究竟法呢要怎么成就呢，就是广度一切众生，利乐一切有情所以呢那个回向的对象是一切众生那再来呢这个不管是佛也好众生也好心佛众生等无差别那我们要怎样究竟解脱不是说我今天度了多少众生我就沾沾自喜觉得自己很厉害这丰功伟业那佛跟佛见面的时候就细数我度了多少人这样那是不是这样子那每一尊佛呢到最后就是什么广度无量无边众生实无众生得灭度者何以故因为呢这个第三个回向要回向究竟菩提究竟涅槃究竟真如实际理地所以呢如果我们呢是修行了之后呢还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那这个还是有限的因此他要从有限达到无限，要从思义达到不思义，那就必须要有以这个发这种实际的真实的这种愿心它才能够真正的突破我们原有的限制因此呢在这个十回向的这个地方呢就有依据这样子的方向我们所做的一个修行所以这个是登地之前，我们要到出地之前呢它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课所以我们每天诵经做善事做打坐乃至于做一念的这种修行的功课呢都要记得要回向那这个回向它的意义就是我们一般人都是每次回向就是身体健康啊大家幸福快乐那的确也是所以身体健康才会快乐身体不健康那怎么办就不快乐所以呢要怎样第一个我们的做的这个回向呢一定要回向究竟实际理地那所以呢这个对象呢第一个就是救护一切众生然后一切众生呢希望一切众生皆能就近成佛所以要离众生相。第二个不坏就是我们对于自己的发心的这种善根累生累劫的这种菩提心都不会坏不会忘失。好再来呢第三就是要修就要做到跟佛一样嘛。好所以我们要对自己有要求也希望呢自己的心可以就近圆满。好第四呢至一切处回向。自一切处回向就是能够怎样我们到哪里都自在所以能够修行之后呢
在哪里哈，哪个地方就是道场哈。不能修行的时候就要选环境哈，能修行的时候就能创造环境哈。好，第五，无尽功德忏悔相哈，就开发潜能啊，我们的内心有非常多的智慧宝藏啊，那我们要一一的把它好使用出来啊，否则呢空过一生啊，很可惜哈。好，那第六呢，到了这个地方，这是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部分哈，就是随缘啊，随缘来修行哈，随缘修行啊。那怎样叫做随缘呢？啊，就是一切的啊布施都让他尽心尽力，好，尽心尽力。所以这边呢有50种的布施。啊，我们前面已经讲了哈，布施你的手啊，布施你的脚啊，哈，啊，这个听到都觉得不可能，对不对哈？啊，但是呢，所谓的布施手，就是把你的时间啊，把你的能力布施出来，啊，布施你的脚呢，把你的什么啊，这个行动力布施出来哈，布施我们的眼睛，布施我们的耳朵哈，布施我们的身体，布施我们的财产哈。那这个布施的过程呢，既然一样要布施哈，我们要怎么思维？好，原则上呢，如果我们没有布施，这些东西还是会坏，是不是？它是不坚固法嘛？啊，所有的因缘所生法都是无常败坏的。但是呢，如果能够运用啊，它现在有的功能可以发挥功能来利乐有情，好，甚至于呢来增长我们的智慧，那么这个不坚固法就会转变成坚固法哈，就好像一种条件交换一样哈。但是既然要交换啊，那个啊，这个刚刚呢，我们啊，我们在想哈，就是这个禅院的活动很忙哈，一个活动接着一个活动哈。那有一个居士呢，这次来参加我们的禅期哈，他参加5天。啊，因为他工作没有办法完成哈，所以他参加5天。参加完之后，啊，他昨天呢跟师父讲说，他睡了2天哈，参加5天回去呢太累了哈，睡了2天哈。那今天呢又要去台中上课了哈。那我们就是想说，哎，这个一般人哈，参加一个活动完哈，就需要花好几天来休息，对不对？所以其实活动时间呢，啊，他应该要延长，啊，就包括前面的准备，啊，像我们下礼拜要去西安，是不是？啊，有的人呢，一个月之前就开始准备，啊，就是心理准备，啊，那，诶，前面有准备，啊，那后面呢，啊，要恢复，啊，所以呢，这个每一个活动呢，就是前面跟后面的前置作业跟后面的那种休息，啊，调养生息，啊，都会很长，所以我们这一生能做的事情变很少。是不是一年能做几件事情啊？就没几件哈。好，但是呢，哎，这个出家之后呢，哎，发现你根本没有时间休息哈，因为一件事情一件事情就是把它排满满的哈。为什么？你时间空在那边，你的心就会想休息，你就会觉得哎呀，找很多理由啊，我已经太累了哈。好，我这个前面度众生度了这么多哈，那我应该要好休息一下，对不对哈？啊，那我都没有自己都没有用功，没有打坐哈，好不行哈。所以呢，这时候呢，其实他在这个修行的过程当中，度众生是会有间断。好，如果你把自己设定我们是需要休息的，他就会有间断。好，但是我们用这种心啊去看菩萨，你就会觉得不可能，是不是？哪有人啊，哦？我已经布施眼睛了，竟然连手都要，竟然连头目脑髓都要，好，哦，不但要我的家，还要我，好，哦，这连我自己都要布施出来当奴隶，哦，是好，哦，所以呢，这个就是已经超过我们一般人的极限，哈，哦，好，哦，所以前几天我们有一个居士哈，哦，他说他在念华严经的时候啊，他啊觉得最不可能啊，最觉得呢，哎，做不到啊，是不是？就是这个菩萨呢，不是人的那种境界哈，啊，就是他念到这个实无尽藏品的时候，他就觉得这个境界根本就是不可能啊
好，那没有人能够达得到这种境界，所以他每次呢虽然很有善根，他在送华严经，他送得很也很认真，已经送到第四部，送到第五部，那这样子诵念的过程，他知道他自己心里面有一些内容他能理解，有一些内容他不能接受，是不是啊？那很理性思考啊，没错啊。好，佛经本来就没有要我们理所当然的就接受哈，你还没有到达那个境界啊，你就是先知道而已哈，不一定能够真的能够接受，好，或者是能够体会哈。那结果呢？他这一次呢，在分享的时候啊，他就说，上一次去我们禅院参加法会哈。那因为呢他会这个气功，就是有一种特殊的这种功法，那气功有很多派别，他的这个派听说他是宣称他自己是算是皈依到这个归头到一个非常厉害的大师座下这样。那这个大师呢是可以隔空治疗，类似像这样，所以这个心是非常清净的，有一种神通力。那他就去学了之后呢，他需要怎样？他需要有一个慈悲心，而且呢他不要以这个功法来作为谋利，他才能够把这个功法学好。好，那我听他在讲呢，他学的这个气功是为了要治帮他的家人，然后让他可以调气，还有我们身边的人如果有病苦的，他也愿意来为他来做调理这样。那结果呢，他上一次去我们的禅院呢，刚好我们有个小朋友刚刚出生，才这个五个月，结果有一天呢就不明原因呢就颅内出血，就是但这个头里面都是血，其实非常危险。好，那一般呢这种都是怀疑他应该是经过重疾，就是外伤，或者是大家就很怀疑他姐姐，那个姐姐呢可能很嫉妒这个弟弟，然后就用力的趁人家不注意的时候敲他，或者是怀疑这个爸爸妈妈没有注意的时候把小孩子摔伤。可是呢这个外面都看不出伤痕，所以非常奇怪，完全没有外伤啊，就是里面啊，那医院也发出病危通知，好，那这个根本就是没有救了嘛，哈。那结果呢，我们的这个居士啊就很紧张，他说如果真的保不住这个孩子，也希望师父能够为他助念啊。那我们也准备要去助念了哈。那当然在助念之前，我们还是为他祈福啊。所以结果呢，就后来就竟然慢慢状况就稳定，也没有助念成功，因为不需要助念。那我们当然很开心啊，这孩子啊就从鬼门关回来，但是医生都说会有后遗症，可是看这孩子呢一点后遗症都没有，不知道他会有什么后遗症，因为小孩子很小还不能表达。那当然我们就希望说如果有任何的可以帮助他的机会，我们都希望能够帮助他嘛。那所以刚好我们这个居士呢就来参加法会，这个小朋友的妈妈也带着小朋友来参加法会，那结果呢刚好两个碰在一起，师父就做了一下中间人，说这个介绍一下，你可以帮忙这个小孩子看看他的那个就是这个身体呢能不能够用比较好的方式让他可以恢复的快一点。结果呢这个居士当然就很慈悲，他说没问题，他就抱着这个孩子，那他的妈妈呢就去在旁边帮忙做事，那就剩下他跟这个孩子独处那结果他独处的时候，他看着这个孩子对他笑，然后他呢把那个手就放在他的头一碰整个左手还有左半边的身体全部麻掉他说这个地方真的是一定有很多的问题就是这个是他的一个修行的过程，他在功法在练的时候他可以感应得到然后在那一瞬间呢，他感受到这个孩子的痛苦感受到说这个孩子这么可怜，这么辛苦，这么小就要承受这么大的痛苦那他在那一瞬间呢第二个念头说我已经这么大了，我又会功法了，我有气功的这种基础，我的身体健康，我愿意代替他，我愿意代替他。所以
在这么小的小孩他承受不了的苦，我愿意帮他全部代受。就在那一瞬间呢，他突然了解了他前面不能理解的那个境界，实无尽藏品，就是菩萨他为什么能够利乐有情，而且呢不是他的手，不是他的脚，不是头目脑髓，通通无有怨有，而且还很欢喜。他前面不能理解的就在这个孩子身上然后突然之间就开窍了，所以 他非常非常感动，他觉得这个孩子 是来度他的，所以他就问师父说，师父你为什么送他来？我说没有啊，因为你会气功，就是我想说你可以帮助这个孩子。那结果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还没有帮助到这个孩子，这个孩子已经帮助到他，让他在这个菩萨行的过程当中又更上一层。好，那结果他在分享的时候，他旁边的那个一起去用功的师兄呢就恍然大悟说，啊，原来那一天你为什么一直哭，我还想说你是不是诵经诵到很感动，因为后来他眼泪就掉不停，一直掉眼泪，就是那个启发了自己的那种慈悲心，突然觉得哇，原来菩萨的心是这个样子，他能终于能够理解。那其实这对一般人来讲呢，其实是很不能理，没有那种机会去真正的从内心去了解菩萨的那种心情。好，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当然就是看到我们现在在经典里面讲到的很多的举例，这个例子呢，这个有很多人心里面呢其实是只是把它当成一部经来念，也就是念而已，它不会发生在我们的生命中。但是如果真的有一天它是可以让我们去印证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真的有这种福报去真正的去领受菩萨的那种心境？好，那就要看我怎么看待我们自己。我们如果永远都是只是一个学习者而不是实践者，我们永远都是在看着菩萨仰望他， 不会把自己当成我就是其中的一个。好，那可能我们就是都是把华严经拿来念而已。好，然后我们这个群组里面已经有两位要念满100遍了，是不是？念完100遍之后呢的功课是什么？好，我就会来讨债的，是不是？好，该是实践佛法的时候了。好，因为我们真正读了这个华严经没有实践华严经，非常实在非常可惜，说不过去，就叫做白读了，是不是？那么这次呢去西安，这我们两位菩萨念完100遍的都有在随团，我一定要好好的约谈一下，到底你想要何去何从，是不是？好， 那这个呢其实就是什么，其实因为菩萨就是随缘，但是随缘当中他一定让他的每一个随缘都是有意义的，而不是就是啊随随便便的随缘，很多是稀里呼噜的就来到这个世间，好，迷迷糊糊的就离开了，你留下了什么不知道，你也不知道你到底能做什么，因为我们没有试着去做，我们永远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永远用想的。好，有一个居士呢，他最近要来出家，他小时候呢就已经有被要求要出家，有被期待要出家，因为他的母亲呢学佛学了之后呢，就后来就去出家，出家之后呢当然期待两个孩子家里面的小孩能出家，那你如果不出家，出家是一个好选择。好，结果呢他的确是不出家，但是他也不想出家，那所以他就去留学，留学回来之后就当教授。好，那当了教授呢，他还是一直觉得虽然自己的妈妈一直期待他出家，家里面的人也都是学佛的环境，也没有什么阻碍，可是他的心里始终觉得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出家，出家能做什么。那最近呢不知道为什么开窍了，他说呢，师父我想跟你出家。那这时候呢我突然觉得自己还有一点点功能，
好像会让别人不想出家的会想出家齁，诶那还不错齁，不是因为碰到我之后呢本来想出家突然就不想出家了。齁，以前有一个人是这样，说师父我看到你们齁吓死的齁，出家那么糙齁，都不敢出家齁。那我就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呢他以前是不懂佛法，没有听闻佛法，他不知道佛法是做什么用的，只知道一直念佛。只知道要去极乐世界，那他觉得呢这样子他好像没有帮助到这个世界的人，因此他就去读社工。那 读社会工作呢，他的工作也接触到很多社会的弱势团体，那他也这么多年也一直在帮忙这些弱势团体寻求社会资源，他觉得他能够尽力，看他们可怜，这单亲啊，要不然就是这父母亲有一点问题的哈。那他做了这些事，做了这么多年之后呢，可是他一直始终觉得好像没有真正解决社会问题。好，所以我这么努力，可是问题还是层出不穷哈。那最近呢，真正有机会好好的学习佛法之后，他突然发现为什么他要出家哈？因为他要求的是两个字，叫做究竟。好，没有究竟。永远没完没了，没有彻底的解决事情，就是层出不穷。好，可是这个世间在哪里可以寻求得到究竟？哦，而且究竟还要圆满，是不是？而不是遗憾。哈，所以我们说，虽然没有办法马上完全的了解一切，但是我们知道佛法里面有一个究竟法。啊，佛是一切智人嘛。好，所以呢他这个地方呢，就当我们知道了自己的方向之后，所有一切就叫做随缘，随顺随缘哈。所以随缘就是遇到了就把它尽心尽力把它完成，好，尽心尽力的完成哈。所以这叫做随顺兼顾一切善根回向哈。好，那这个地方呢，这个回向里面啊，这我们前面已经举例了，你布施车子的时候要随顺一切善根回向，好，布施车子又当开车的人，哦，那也是要回向，布施房子，布施你的财产，布施你的珍宝，布施你的头，哦，布施你的身体，哦，不管是外财布施还是内财布施，我们都要，哦，这个把握这个机会来回向，哦，好，那到了28卷、哦，在440页的时候呢，他现在告诉我们，除了财布施之外，还要开始有什么？有这个佛法的布施。这佛法的布施呢，其实各位都有在做，就是劝发一切众生，让大众呢都有这个机会来修行，启发大众的善根。所以他现在就讲哦，440页这边讲，佛子菩萨摩诃萨若见如来初心于世，开眼佛法，开眼正法。如果你有这个机会呢，碰到佛，啊，在开眼正法，这时候呢要怎样？以大音声普告一切，要宣布，要宣布啊，要到处争相走告，对，如来出世，如来出世啊，有佛法可以听，有佛法可以听啊。好，很多人他是想学佛，很想修行，不知道啊，不知道有啊，是不是？所以3000年前佛陀他是一个人默默的在菩提树下成佛了嘛。好，可是呢他自己成佛，他会不会自我宣传？好吧，哎，我要成佛，赶快啊过来观礼一下哈。这个只有我们道场的小师父会这样，他要出家的时候，他在路上碰到的人，他就说我要出家了，赶快来观礼哈。还真的捡到两个路人甲乙丙，好，还真的说，哎，我们说，哎，怎么有这个不认识的太太？他说，哦，因为你那个小师父说，哈，他要出家了，要请我来观礼。我说，啊，那你们是认识？他说没有，我们在路上碰到的，哈。哎呀，那他成佛一定会很精彩，哈，因为他会自己自编自导自演，又自我宣传，哈，一人分饰 N 角，哈。可是如来不会这样子啊，好，那佛陀呢，他就成佛，可是谁帮他宣传？天行罗刹，地行罗刹。好，哦，这一个传一个，一个传一个，好，哦，就是传从地上的，好，哦，说有佛要成佛喽，有佛要成佛了，然后呢就传到天上，
好，传到天上呢，所以为什么魔宫会震动？因为魔王被通知啊，有人要成佛了。可是这魔王也是有一点 程度不太好，他竟然不知道哈，还要人家通知他哈。好，通知他赶快来阻止，这样好，是不是？好，所以呢，你看，大家都要宣传，好，为什么？因为呢，只要听到有佛这个名字啊，好，是令诸众生得闻佛名，舍离一切我慢。我们没学佛之前，觉得自己已经厉害的不得了了，学佛之后发现，原来哈，那个厉害真的是叫做无知，对不对啊？他怎么差那么多？有什么好炫耀的？哈。是不是啊？这打坐坐一坐呢，哇，坐到一只好香入定的，啊，那出来呢，哇，得意的不得了，啊，可是呢，看到佛，人家入定之后成佛，我们入定之后还是又出定，啊，所以呢，还是差很多哈，啊，所以呢，哎，我们就要舍离一切我慢呐，啊，那当我们有了这种啊放下跟清净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会成就真正的圆满哈。啊好，所以啊，那要让大众啊非常非常有机会的啊广为宣传啊，非常容易亲近佛啊，所以复更劝导令速见佛，令意念佛，令归向佛，令攀缘佛，令观察佛，令赞叹佛。有的人学佛学得偷偷摸摸，对不对？啊，他要来学佛，啊，人家说哦，你佛教徒，嘘，这样。哈，不敢讲，不敢讲，就是你不肯定。好，那当我们觉得学佛很好，我们自己也有一点影响力的时候，应该要不吝惜的去宣布，让大家有知道你就是学佛的。好，那我们这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像师父这样子，就现一个出家相，一看就知道是学佛的，对不对？都不需要解释哈。啊，但是呢，诶，这也有一体两面哈，因为现这个相呢，如果你没做好，你得到的反馈是更严重，所以大家有可能因此，因为你的不好的行为就毁谤佛法，是不是？所以呢，诶，这个就是我们自己就要知道，要让一切众生欢喜，那我们自己就要先做好。而不是只是劝人家学，自己都没好好学哈。所以呢，令意念佛，令归向佛，令攀缘佛，令观察佛，令赞叹佛哈。然后呢，哎，要让大家知道很难得，很难得哈，很难得。那怎样很难得？真的啊，我们要刚刚好，恭逢其时，这是非常难得哈。这个中国历史五千年，这五千年当中呢，啊。这个佛教有时候有兴有衰，好，我们这次要去西安，好，就是要去参访这个祖庭嘛。那祖庭呢，到现在呢，你可以看到啊，它有兴有衰。好，那在唐朝那个时候呢，是最兴盛，好，最兴盛的时候，动辄呢就是啊上千人的虔诚道场。那现在呢，也是有师父，啊，也是有修行。但是呢，没有像过去这样盛况空前，是不是？好，那这是不容易。可是呢，在唐朝那个盛况空前，乃至于在佛陀那个时候呢，也是有人没学佛啊。是，现在在这个啊比较不容易听闻佛法，啊，这个群魔乱舞的时代，也是有人有正信啊。所以不是我们。在哪一个时代的问题，很多人说哎呀，这个时代很难修行啊，那是看你怎么修，是不是？所以你说哎，佛难值遇啊，千万亿劫实乃一出，是不是？我们刚刚开始呢，因为不懂佛法，所以碰到了佛，知道要修，众生由此得见于佛啊，是不是？我们知道了认识了佛啊，生清净性嘛，是不是？因此而哎呀，原来这是一个典范，但是你如果只是把它当成偶像来膜拜，那对于我们的修行没有任何的进化。所以有很多人是来拜佛的嘛，那拜佛是做什么？拜佛最后就是要满足我的需求，拜一拜说佛你要保佑我平安，所以呢，你不是真正的来求佛。好，那很多人是
学佛是为了 保佑自己的事业顺利，好，心情愉悦，这当刚开始真的是无可厚非。很多人他为了要工作嘛，为了要考试，他会来。但是来了之后呢，诶，真正学习佛法之后，你就会知道，原来来求佛的目标就是让自己成佛。好，所以学佛就是要成佛，要跟佛一样，叫做求一切智。好，那问题是我们还没有知道自己有这种智慧之前，我们的心总是会希望依赖嘛。你刚好遇到了一个权威人士，他可以给你所有你希望的东西，那是不是就诶感觉心灵有一个依靠哈？但是事实上呢，其实我们来学习佛法的究竟真理，好，真正的了解佛法之后，就知道不是只是膜拜而已。好，那这个佛还有法，还有僧，好，所以有佛，佛是我们的老师，佛是我们的典范；有法，佛陀教我们怎么成佛的方法。好，那僧呢，只要你开始修行，你就是算僧，是不是？僧不是一个人叫做僧，好，一个人，好，比如啊，建辉法师是僧没有错，可是僧不代表建辉法师，是不是？就是要四个人大家一起叫做清净海众，一起修行就叫做僧。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广义的僧啊，各位也算，是不是？我们只要有一念清净心，我要修行，我用功，我们就是僧团的一份子。好，那僧团一份子只是诶我们是在家，好，那我啊，那这个出家有出家的责任，在家有在家的发心，好，所以呢这是大家共同来修行，好，扮演不同的角色，好，但是我们都是以佛为我们的老师啊，所以大家都是师兄弟啊。好，所以虽然说诶互相尊称师兄，好，师父，好，但是呢诶我们的共同的老师都是佛陀，是不是？好，因为我们共同的目标就是佛嘛，所以互相尊重。好，没有说诶我就比较高级啊，好，所以呢师父就师父啊，还要叫师尊啊，是不是？是啊，互相都是师尊，是不是？好，那大家都互相尊称哈。所以呢其实这个地方呢，我们如果你真正知道这个道理的时候，你会尊重每一个人。好，尊重每一个人哈，踊跃欢喜尊重供养嘛。好，是你尊重他，你就所有的言行都在供养啊。是不是？你说啊，我是看到一个人值得尊敬的，哎呀，你就先把你的笑脸供养出来的啊，你讲的话就在供养他啊。好，要不然呢，是不是啊？我们昨天有一个居士啊，他就说，师父，我最近哈，我昨天我们那个中秋节的素考哈，他说我不能来参加哈。我说为什么？他说最近因为参加太多啊那个我们道场的活动哈，所以我的同修哈，最近给我很多的脸色，就是好，是那个开始呢口出恶言的哦哈，啊，那他那一天呢听到他同修的那个语言哈，很不开心啊，他本来哈就很想要怎样回敬他，对不对哈？就想说你会讲我不会哦，你会摆脸色，我可以比你更臭，是不是？可是后来呢转念一想啊，他说不行，我现在学佛了，我参加了这么多道场的活动，如果我还跟他一般见识，那我就没有学。所以他就呢硬硬的把那一个脸色跟那个语言啊就给他吞下来了啊，吞下来呢他 就突然觉得诶他现在的功力已经比以前啊已经不同于往昔了哦，所以呢诶他就来跟师父说，说师父，哦，我一定要回去好好的照顾我家那一尊，哦，免得呢他真的到时候造口业，哦，好，那结果昨天呢，哦，就我们就自己只好自立自强自己素考嘛，对不对？结果呢起不了火，所以还是把他叫过来，哦，他又来帮我们起起火之后又回去，哦，诶回去呢诶应付完家里的事情又跑来，哦哦，所以最后呢其实也没事，其实就是一时的冲动啊，一时的冲动，就是那个冲动啊，如果他给你十句啊，你又回他十句，
那就不止十句了、哦、那个是会有不得了没完没了的效应、哦、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你要互相尊重，互相尊重就会互相供养，而不会互相攻击，是不是、哦、所以呢，当我们呢有这种心的时候啊，诶，它就会让我们的菩萨道、哦、都有很殊胜的因缘。因为既然学习佛法，所有一切众生我们都皆必成佛，所以就是都师兄弟呀、啊，只是早学跟晚学而已呀、啊，哈。好，那复于佛所闻诸佛名，转更直欲无量诸佛，有没有？我们本来只认识一尊佛，现在不只认识一尊，我们还认识阿弥陀佛，认识药师佛，好，是不是？我们去道场呢，还可以帮人家解释哦，是不是？还可以跟人家解说哦，哈。哎，遇到那个刚刚来的，他都不知道菩萨是什么哈。所以那一次我们去。好、哦、去那个诶、去那个无锡哈、哦、有这个好范、哦、有范公嘛哈、哦、那这个无锡灵山大佛它有很多的这个博物馆，好、哦、那博物馆里面有很多佛像，那那个佛像都千年的佛像啊，有的是玉做的哈、哦、那我们这几个呢，就是跟着师父去的那几个啊、哦、菩萨呢是没学佛的哈、哦、比较多哈、哦、都是那个在做生意的企业家。哦，那他们呢学习佛法呢都是这样一知半解，大概就是拜拜跟佛都差不多这样哈、哦。就有一个大老板呢，他就看着这个好、哦、四面的好、哦、这个菩萨，刚好一颗石头磕了四面的菩萨哈、哦，哦，就在跟旁边的人解释哦，这个骑狮子的应该是那个文殊，哈、哦、哈。这我知道、哦哦、那因为呢 他懂一点点，知道一点点、哦啊、旁边那个是完全不懂的，所以他就变老师了、哦、然后呢旁边那个就很崇拜说，哇，老板你连这个都知道啊，这简单啊、哦、所以他就哎，这能分辨 哦所以你看他 上面手上拿那个剑、哦，那个就是代表智慧啊！哎，开始解释哎哈，那我们学佛之后呢，认识佛像啊，而且还认识佛的故事，还知道他是做什么事的，他的专业是什么，有没有他的专长哈？那这是什么？哎，我们就是慢慢累积学来的嘛。好，所以知道了一尊佛，还会知道其他佛；知道了这个世界，还知道有很多其他世界，是不是？所以重重无尽的华藏世界，我们看到华严经里面、哦、普贤菩萨介绍这么多世界，你都不会好奇吗？是我们呢对很多人就想说，哎，世界很大、哦、他想要去看看，为什么没去过的国家都想去看看，是那你真的好奇呢，你应该除了这颗球之外的其他世界你应该也要好奇、哦、可是我啊，哎，我在这颗球、哦、这个地球、哦、坐飞机还可以到，对不对？没有一个地方到不了的。可是呢，除了这颗球之外呢，交通工具是什么？啊、哦，来跟各位讲，交通工具叫做莲花跑车，有没有？是不是？那这个莲花跑车呢，就是你的神通，就是你的智慧，哈、哦，是不是？当你有神通的时候，有三昧的时候，是不是莲花化身？它就是你的宝座啊！啊、哦，你的念头呢，要去净土，要多久时间？啊、哦，这佛陀哦，他讲哦。他说屈身被请到莲池，什么意思？就是呢手一伸一屈一伸就到了，这么快啊！我们坐飞机还要坐八个小时，是不是？还要坐十个小时，一整天都在坐、哦、是不是？月底、哦、这个月底我们师父要去澳洲，我们这边算哎呦十几个小时、哦哦、那年底要去美国哎呦二十个小时、哦啊、哦，想到就屁股痛，对不对啊、哦？是不是？就是那个我们的报身呢，这还搬过来搬过去，很累耶，哈、哦，又飞不起来哈、哦。然后呢，飞机飞高一点就耳鸣，好、哦，飞低一点呢，啊、哦，就会遇到乱流哈、哦。所以呢，就在那边适应不良哈、哦，所以从东岸到西岸就调时差，是不是？所以呢，我们这个色身呢是一种障碍。如果超越了这个色身，有三昧力啊，屈身背请就去了，也一点都不会晕车，还来不及晕就到了，是不是？所以呢，我们只是不知道而已啊，
不知道世界这么大，所以我们就会局限在自己很狭隘的空间。好，每天都守着什么？哎，有的人一辈子就守着那个瓦斯炉，有没有？大家都要被煮饭啊，这样。我说你这么急做什么？说哎，我要回去煮饭啊，煮给谁？煮给我女儿。啊，你女儿几岁？28。哇，好惨哦，你还要煮到几岁啊？他说哎呦，那个他除了吃我的之外都不习惯哈。那怎么办？你一直守着那个炉，是不是啊？好，那我要守着那个，还有人是守着什么？守着那个银行户头，有没有？哦，那个本子更小，比瓦斯炉还小哈。哇，每天看着那里面的数字在那边算哈，守着那个金库哈。那我们守来守去呢，只有守一个很狭隘的空间，狭隘的世界哈。所以呢，以前还没有出家的时候呢，每次听到那个出家那个顺治皇帝战胜歌里面就讲，天下丛林泛四山，波鱼到处任君餐，有没有？哦，天下的丛林呢，哦，这个泛哦，就像山一样多一样大，哦，你带着一个波你就随便吃，哦，我们这一次一定有体验，哦，我们去到场吃，哦，好，那真的啊，一波千家饭，孤身万里游啊。好，世界这么大，我们除了此世界还要认识他世界，所以要发愿啊，所有的佛前悉有我身皆供养，就是我都可以到佛前去供养，是不是？好，那如果真的有这么一天，好，那不是就是这个是非常自在的一件事情。好，所以说转更直遇无量无数诸佛，我们遇到了这尊佛，一定还会遇到更多天下的善知识，哈，植诸善本，修习增长。好，但是呢，我们去并不是要去，哎，你好，我认识你哦，啊，拍一张照片留下记录，不是，就是这尊佛他会成佛，他有他的修行法门，然后我要来学习他的法门。好，所以认识的天下善知识，你每一个人的身上你都可以学到他的法门，哦，所以这个叫植诸善本嘛，哦，好，尔时无数百千万亿那由他众生因见佛故，皆得清净究竟调伏。他说如果你这样子宣传有没有效？有。各位想想看，我们现在学佛也是被人家介绍的，是不是？而我们是一出生就会学的吗？没有，都某一种因缘际会之中让我们接触了佛法。好，接触了之后我们有没有宣传出去？有啊，各位你都没有宣传哦。人家说啊，你都在哪里学？我不敢讲，这样啊，哦，啊，那讲得很丢脸呢，哦，我在净慧法师坐下，哎，很丢脸呢，哦，是不是这样？不是啊，你就是很喜欢宣传嘛，因为我佛教徒佛法很好，好，哦，这个学佛很不错，你可以听听看。好，哦，我们有个居士哦，他去加拿大，去陪他女儿要读书嘛，哈，那结果他女儿呢，哎，这个读书是女儿的事情，所以他们有闲着没事，所以他平常呢工作很忙啊，这事业做得很大哈，啊，结果他去呢，在那两个礼拜，他就想说，哎，我应该可以闲着哈，是不是？就是去加拿大很悠闲呐，啊，那个步调啊跟在上海在台湾哦，那个步调都不一样，结果发现呢，哇，不得闲，早上一个人来哭，下午一个人来哭，晚上一个人来哭，啊，这个哭完呢觉得跟他哭很有效，隔天还预约继续要哭，啊，所以他呢两个礼拜呢说哇好忙哦，怎么这么多人这么苦啊，是不是？啊，那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苦，刚好呢遇到了，哎，这个知心好友，或者遇到这个太太啊，看起来慈眉善目啊，哎呀，这个聊聊一聊，就聊到自己心里的话了，哦，那结果呢，他说啊，师父你知道吗，我每一个人不管他怎么哭，我都给他开同一种药，就是把那个监辉法师的那个楞严经连结给他，你去看看，哦，是不是，哦，这些问题呢在这里面都有答案啊，哦，这样，哦，我说你是怎样帮我宣传呢，哦，他说对 啊佛法本来就是有答案，哎，的确，哦，
是不是？的确，我们有很多问题，真的是找不到方法可以解决。好，那只是因为你不知道佛法里面很多方法。好，所以他最后呢，他就当那个医生哈。那医生现在很多医生很厉害，他不管你是什么症状，他都给你开一样的药，其实你也不知道是不是哈。那他这个佛法是这样，佛法如甘露，除热得清凉，所以随类而得解脱。那这个的确真的是，只要你学佛，只要你好好的正确的学佛，什么人都能得度。好，不是我们说啊，我是佛教徒，所以我就自吹自擂啦哈。因为佛陀讲的是一个自觉，好，是自觉，不是你去崇拜他，是你要崇拜你自己，你要开发你自己的觉性，开发自己的智慧。好，所以当我们真正认真学习了之后，你会让自己变成一个更好的人。好，所以他讲呢，无量百千亿那由他众生，因为见了佛，他就开始清净了，是不是？如果他调伏，他能够降服啊，他降服什么？降服了自己的烦恼，他就不会受困了嘛。好，所以这个是究竟清净啊，哈，彼诸众生于菩萨所皆生最上善知识想，是不是？当他自己得到了清净，得到了智慧，他就不会呢陷入这个人我的争执，好，他不会让自己呢变得一个这个丑恶的面目来见人，因为他知道啊，原来呢自己就是菩萨。那原来世间一切人都是菩萨，甚至于学佛之后，你会感谢那个冤家，有没有？如果没有他，我还真不知道人生很苦；没有这么苦，我还真不会珍惜我有学佛的机会，也可以解脱，可以离苦得乐哈。所以这时候呢，你就会反而回过头来感恩一切的不幸的遭遇。好，就感恩一切的成就啊！所以呢，这时候呢，所有的菩萨呢，都是最好的善知识啊！因菩萨故，成就佛法，以无数劫所种善根，普于世间，施作佛事。所以，这众生学佛了之后有什么好处？只要有一个人学佛，他所做的这些事情都变成佛事。你看，一个家庭主妇刚刚讲啊，就守着那个瓦斯炉，是不是？可是到最后呢？可能得不到他期待的，他会变成很失落啊，是不是？所以我们说有空巢期嘛。什么叫空巢期？就是孩子呢全部通通都离家了，你本来一辈子为了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家人在忙碌，最后呢叫独守空闺，那怎么办？是不是？那如果呢你是学习佛法了之后呢，你独守空闺，哎呀，太清净了，所以太棒了，可以自己好好用功啊！但是你如果没有学佛呢，你可能会觉得啊，他们都不要我了，是不是？每天就在那边想，他到底要不要回来看我？是不是中秋节为什么不下来啊？那人家说一天而已嘛，是不是？好，可是呢，你的心呢就会悬在依靠在好患得患失的这个境界。可是如果没有你，如果学佛呢，你就说，太好了，都没有人理我，可以好好学佛，是不是？好，那如果大家都来呢，太好了啊，这大家都跟我结了一个善缘，我可以行菩萨道啊。是生了孩子不给你看，太好了啊，我就不用呢归依孙，对不对啊？生了孩子呢还要拜托你看，太好了，这个孙子得度因缘到了，是不是？我要好好的用佛法养他啊，是不是？这时候就很随缘了。好，那如果不随缘呢，你这每天呢怎样做都不对，怎样做都看人家不顺眼哈。好，所以呢彼诸众生啊，也以无数劫所种善根，就是有善根哈，才能够叫做普于世间施作佛事啊。每件事情都是佛事的，都变成好事。好，要不然呢以我们的标准呢，还真的是没有人能够符合我们的标准。啊，连我们自己都不能符合这个标准啊！是，所以呢，其实这个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但是既然要念，我们就是把它当成是佛事来修行啊。好，那就会让你的人生已经有不一样的一种感受哈。所以这个是菩萨在为什么说，心心念念
有机会呢让一个众生开始学习佛法。好，所以师父到很多地方开示讲佛法，其实呢就是有时候会疲劳。为什么疲劳？因为呢哎呀，万事起头难，每一个到了一个地方的新的因缘，那个从来没有学过的呢最好教也最难教。最好教就是因为它是一片白纸，最难教就是它完全没有信仰。所以呢你得要呢使尽力气去培养它的善根。但是呢好不容易呢教了一段时间，如果呢你只是偶尔去结结缘，那个效果是很有限。好，比较有效果就是像各位这样固定长期的来学习，然后学了之后又去打禅期，是好。你看有一个居士啊，他说他前上一次就是前几天跟我们去打禅期，打禅期他说呢哎呀，他竟然呢从来都没有想过他有一天是可以这么用功，这么用功。他好像这七天呢已经把这所修的这些功力啊都胜过他过去20年来的学习，这样的确是有可能啊。是为什么？因为你哪里都跑不了啊，是不是？我们都把门关起来，还有放狗在门口。那只狗虽然没什么作用但是它至少会叫，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就放着一只狗在那边那只狗呢叫感恩，对不对？其他人呢，就是都关在那个里面呢用功。你一整天都在用功啊，那一整天都在用功啊。那这个我们有一个居士啊，很可爱啊，他跟丽华住一间，然后半夜呢。丽华被他吓到因为半夜三更半夜穿海青搭衣在床上打坐。然后丽华呢半夜要起来上厕所，什么一个黑黑的在那边打坐，吓一跳赶快来报告。我就说是怎么回事，就找把他找来问。结果呢我们这个居士啊很可爱，他就看着师父，他说师父，不是你叫我打坐跟搭衣吗？我说我什么时候叫你打坐搭衣？所以在喊名呐，说睡觉睡到一半呢，他就听到监慧法师的声音说去搭衣，然后他就奇怪，怎么现在要去搭衣？他就想说师父一讲，马上就怎样，赶快去搭衣呀，穿海青搭衣，然后打坐就在那边打坐，都不敢懈怠。你看。结果呢把我们的室友吓到了这样。那我应该要同时入两个人的梦才对，不能只入一个人的梦，对不对？你看那为什么会这样，日有所思啊，夜有所梦啊，白天就在用功啊，都听到师父在开示嘛。所以晚上呢连做梦都梦到师父开示，是不是？那师父每次都叫他去大医，所以呢他就变成习惯性。你看白天也在用功，晚上也在用功，那这是不是很容易就会功夫会成片？所以也是好啦，可是也很危险，对不对？因为你已经分不清楚现实跟梦境了，那这个其实很危险。好，所以你看我们当我们学习佛法在道场跟在家里变成一样的时候呢，那就是表示你的功夫啊已经渐渐在成片，那是好事啊。可是对于没学佛的人来讲，他就不知道你在干什么啊。所以呢我们就要知道，那既然要这样你要避免家里面的冲突最简单的方式就是让大家都学佛就不会觉得奇怪了，有没有？如果大家都是一样的进度你跟他说谁他就知道你在讲什么我们讲参话头嘛，就有共同语言啊。所以为什么要有同参道友？因为讲的话才能听得懂，否则鸡同鸭讲都不好嘛，是不是？所以每个人的讲的内容都不一样，没有在同一个频道上就会造成沟通上的障碍。所以我们都会希望说让一切的众生呢都能够学习佛法，让大家呢都变成师兄弟，彼此之间呢就会互相成就。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等一下来看后面的部分来，我们看一下441页
这个第二段这边，佛子菩萨摩诃萨开示众生令见佛时，以诸善根如是回向。所以这是见到佛的时候呢，我们要怎样？就是知道佛陀出世，那我们要广为宣传，那让一切大众都有机会来亲近佛法，来学习佛法。那同时呢，我们也要回向，回向什么？回向愿一切众生不带劝诱自往见佛，有没有？有很多人都说，师父还用叫不叮当都叫都起，有没有？是我都讲了啊，他们不听我能怎么办？那没有关系，我们就发愿，希望呢，不用劝，就自己主动来，是不是自往见佛？自己很爱学佛，那就非常好，尤其是我们有时候会很期待自己的家人孩子，都能够学习佛法，会的会的，你就是一直回向一直回向，他自己就会有这个因缘，他会出现。那有时候呢他会怎样？有的人哦，你越劝他他越不去，他就是要跟你唱反调，对不对？因为他的业力在你的身上的时候，他就要不愿意从这样子的方式去。但是有一天呢，他的善根启发了之后，你不劝他，他自己就去了。所以劝诱自不带劝诱嘛，是不是？所以我们就知道，我们常常都是怎样，第一个要劝人家修行，第二个还要诱拐人家修行，对，不带劝诱，那自然呢就是有的话就会有，从缘分开始就会延展开来，那见了佛他就有他自己的因缘，所以我们常常有些人会患得患失，会觉得说我带人家学佛啊，那学如果他起烦恼怎么办？所以有时候我们带他去道场啊，结果他在道场起烦恼，那不是你的事情，就是我们只负责带他接引，当成一个桥梁，至于他跟道场的缘分是他的因缘，那他如果很欢喜那很好啊，你就这个成就他的善根，那他如果不欢喜那也不要因此就起了烦恼心。有人是这样啊，带很多人来学佛，结果他其中一个朋友没有那个这个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照顾，他就一起退转，那这样子其实很可惜。我们有一个居士啊，他打完禅期他很感动，就是他在那个道场打禅期第二次呢，他就拐了他女儿去，他女儿在当老师，那利用那个暑假的时候去可是呢他女儿呢这个心不甘情不愿所以他一进去呢，每天他们都没有住在同一个地方，可是他每一天有一个时间会碰到，就是吃饭的时候，所以吃饭呢他女儿刚好就是在他的斜对角，所以他每天呢就是吃饭的时候就偷看呢他女儿的脸呢就很臭，也没有在看他就很臭，他心里面就很烦恼，他觉得很对不起他女儿第一天对不起，第二天对不起，第三天对不起，每天都觉得真的是对不起他，这样把他拐来的到最后一天呢解期的时候， 他女儿一见到他说，妈妈谢谢你 带我来禅期，我打得法喜充满你那法喜充满那个表情怎么这么不法喜呢害我这边烦恼了七天所以你是给欢乐的呀，自己没事在那边烦恼。他说我那时候就体悟都是你害的，害我打不了禅期是不是？那是你自己自找的，人家做得挺好的，你在担心什么？是不是？他有他得度的因缘怎么那么这么好笑是不是？我们就有时候就杞人忧天，自己呢患得患失所以呢看到别人的反应你就很在意那如果呢真正在这个过程其实我们应该要知道，每一个人他得度的因缘，有时候有的人他不见得是用你想象中的那个方式得度，有些人是在烦恼当中得度的，你不知道，起烦恼不见得是坏事，是不是？所以我们就只要有这个因缘接近佛，各位你要
不要小看佛陀很厉害的，他有安排的，是不是？ 那我们为了一时的没有成熟，然后自己心里面就反而起了烦恼心，那我们自己就要好好去看我们的动机是什么，我们的心态对不对哈？好，所以呢，这是这个希望一切众生呢都能够启发善根呐、啊、哈。愿一切众生常乐见佛，心无废舍。好、哦，常常呢见到佛而不懈怠，啊，常常很欢喜哈、啊，心无废舍哈、啊。我们有一个居士呢，他说我都不喜欢带我的同修去道场啊，为什么？好不容易呢，我们去打八关斋戒啊，八关斋戒从早上八点报到啊、哦，然后到下午六点，只要我同修去哦，他到中午就想溜，他溜就算了哈、哦，他还要叫我一起走，他说有参加就好了，干嘛一定要参加完这样哈、哦？所以呢，他到最后他就很生气，他说啊、哦，你不要去好了啦哈、哦，我说这样子反而是。他就没有机会去道场了哦，所以很为难，对不对？带他去、哦、他到一半就要把我带走、哦、那不带他去，他在家里呢、哦、就等着你回来修理你，是不是、哦、所以呢，哎，这个很麻烦，对不对、哦、那这怎么办？要带他去还是带他不要带他去？要啦、哦、为什么？因为呢，第一次呢去半天，下一次呢再多留一点，那你如果跟师父呢有认识哦，师父就会拐他了。是不是开什么玩笑？我们在门口等啊，你要去哪里啊？啊，活动还没结束，是不是啊？啊，那他这个好，一年前他是这样讲哈，就他去受菩萨戒哦，受完回来啊，哎，他同修都不去道场的哦，好，现在呢就都来一起来用功，来上课，好，来上课。那这一次呢？他本来哦，因为前面跟着师父那个全台湾跑一圈，好、哦、随团，好、哦、累到呢起烦恼心，身心俱疲呀、啊，好、哦，所以他就在要参加禅期前呢就退期。啊，我一看到他退期，我说这怎么回事？太累了哦，啊、哦，休息几天就好了哈、哦。然后他就在那个地方呢，哎，其实哦起烦恼哦都会找很多理由。啊、哦，就说啊，太累啦，家里怎么样啦、啊？好、哦，那、啊、结果呢？那既然家里有意见呢、啊，我就问，那你的家里是怎样？啊、哦，他的同学刚好来上课，我就直接问他，我说啊、你对他来打禅期有意见吗？啊、哦，结果他同修呢，竟然说没有啊，我举双手赞成哈。哦，师父他如果哈、哦，常常跟着去道场哦，他的脾气就会变好哈。哦哦、所以呢，其实这都是什么？这个都是自己在那边自己想的哈、哦。结果他的同修呢，因为常常亲近，常常亲近的之后，跟师父认识嘛，他即使不好意思，他也不敢拒绝，是不是？结果呢，哎，那这一次就去打禅期，对，虽然退了，可是还是可以随时加入，对不对哈、哦？哎，他就又加入，啊，就打禅期，做得自己很开心啊，啊、哦，那法喜充满呐、啊，哈、哦。那我就最后呢，我都是会去算账的嘛，哈。最后一天我就说，你看吧，你当初如果哈没有师父这样逼着你啊，去跟你同修那个去沟通哈，那你看你怎么办？你这次错过什么你都不知道啊。他说，嗯，谢谢师父啊。我说回去呢，第一个要先谢谢你的同修啊，是我们人会改变啊，你越没有机会接触，你越不知道他的。这个哦，他的罩门在哪里呀、啊？要用什么方法得度啊？所以要让他多接触，即使他一开始他只是半天行的，是不是啊、哦？问导游的啊、哦，那问故啊也会入味嘛，对不对哈、哦？是不是啊、哦？所以呢，所以这个我们要希望呢，一切众生都有机会常常碰面，常常碰面啊、哦，常常碰面哈、哦。那而且呢，心无废舍。哦，就是觉得哎，这件事情好像到最后变成很自然、很正常哈、哦。好，所以呢，这是我们希望呢，要让众生呢得度，见佛不是只见一次，还要常常见，而且不但见呢，还要跟佛是同一家人，那就太棒了啊、哦。好，那这是我们说哎、要这样子来接引一切众生呢哈、哦。好，我们看到这个是这个哈。哦后面
443页哈。好，来443页的第二段呢，佛子菩萨摩诃萨舍于大地，或施诸佛造立金舍，或施菩萨及善知识随意所用，或施众生以为住处，或施父母，或施别人声闻独觉种种福田，乃至一切贫穷孤露及于世众，随意施予，令无所乏，或施造立如来塔庙。这个是布施处所，可能你是捐地，可能是捐一个房子，好，那 捐出来做什么？做不是你自己用，好，那我们有很多机会啊，都会去提供给其他人用，提供给修行人来用，那这个就是布施，你的房舍。最早最早呢，在佛陀那个时候，布施这个土地最有名的就是奇树几孤独园，那这奇树几孤独园呢，其实刚开始几孤独长者他并不是要去布施要去供养，他只是要去他的亲家，在他的亲家那个地方呢是做客啊。结果他一到了他的亲家了，他发现哇，他的这个家里面的大大小小的都在张灯结彩在那边打扫，而且大家都很期待，他就想说我大老远来一趟也不用那么厚重的礼啦，这不好意思啦，不用那么辛苦这样。结果他亲家说不是，我们不是为了迎接你，是因为呢明天有一个非常尊贵的客人要来我们这里。他说那是哪一位啊，竟然有比我重要的。那这个人呢心量很大，他不会因此就嫉妒啊。结果呢他的亲家就说我们明天要请佛啊，就是这个佛陀呢他是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的一个觉者，明天呢他要来我们家应供，我们都非常期待。那他一听呢听到佛的名字啊那个身毛皆竖，所以那个身毛皆竖呢就是有没有 有些人听到你听到谁谁谁的名字你突然就怎样鸡皮疙瘩站起来，有没有啊？这有两种啊，第一种就是呢很恐惧，对不对？是不是这个心惊胆战但是呢这个人呢得恨到这个高远到你听到他的名号你就身毛皆竖就有感应这样。所以他就觉得这个人一定不是普通人，因为连听到他的名字都已经这是不得了如雷贯耳。因此他就半夜佛陀还没有来他就自己先跑去找佛。现在远远的就看到佛陀在为弟子开示他就在那边偷听越听呢越近，越听越近，听到后来呢竟然偷听也会证到法眼镜是不是？所以你要偷听要听到听到什么听到对的，对不对你不要想说 我只要偷听，听了如果佛陀刚好在讲修行的法门，偷听把他听到怎样听到心里刚好跟着修那结果呢 他就觉得哇身心真的是很清净他就跟佛陀说，佛陀我光是只有听那么片段我就法喜充满，那如果我的家人我的家乡的这些子民能够常常有机会来听多好是不是？ 那真的是听闻佛法真的是太棒了，而且佛法呢就是要有人讲解因为一般人要能够领悟不容易那他可能领悟也是可以啦，就是经历了一生可能最后呢你一生的经历会让你有一些体会，但是 你有些时候呢你不需要经历这些坎坷你就可以先体会是所以有一些问题呢可能在佛法当中呢很自然的就可以找到一个这个思考的方式。其实佛法不是提供答案，它是提供你怎么去看待一件事情，是不是？你要去观察。所以我们有时候呢要找答案不一定找得到，但是你可以找怎么去找答案的这个方法那佛法呢它是这样只要有人需要佛陀都会愿意乐意去讲，所以佛陀就说可以随缘，是不是？随缘。那随缘呢
但是你要怎么去缘起，是不是？既然佛陀说哎可以啊，没问题啊，那你要去积极的去成就这件事情哈。那积极的去做呢，第一个你要找场地啊，是不是？佛陀你有多少人会来啊，好像这一次我们去要去澳洲嘛哈，那结果呢，诶，那个居士啊，他说师父啊，你有几个人来啊，好，我说那你准备要请几个啊，好，他说我预算有限哈，我说预算有限呢，那就可能就不能全部嘛，那你说无量哈，是不是？那这样子可能就又不一样哈，那你要能够请，你要有一个基本的案色嘛，要有预算。那这个预算是什么？你要住啊，是不是？然后你要吃啊，是最基本的这样。所以呢，佛陀就说他有1250个常随弟子啊。哦，这是大部队哈。你看我们这次是60个，就已经快要找不到那个饭店可以住了，对不对？好，那这个我们要1250个弟子常随。常随那要去哪里住哪里，是不是？这就是一个地这个问题的。家里一般家里哦，那住不了多，是不是？除非你是豪宅呀、啊，好、哦，那这个豪宅基本上呢，仆人佣人也多，也都住的差不多了。你说真正的客房没几间哈、哦。好，那这个吉咕噜长子他就去找来找去要找到够大的嘛。好、哦，所以各位你如果有去那个。去印度旅游，你去看那个奇树吉孤独园，还真的很大，是不是？哦啊，怎么都是土啊，对不对？哈、哦，当时是有一间一间的房子啊，好、哦，可是现在呢，就剩下土而已啊。这一块土地有什么不一样？啊、哦，其实早就那个土地的归属权已经不是属于吉孤独长者的，也不是某某国的，甚至于那个乔萨罗国没有这个国家了嘛。是不是？所以这块土地还在。那这块土地如果它只是普通的一块土地，那也早就已经换了几个朝代了，是不是？可是呢，当时这个因为吉孤独长者呢，他去请了佛陀，他去跟啊这个奇陀太子跟他商量，说你要把你的这个场地哈、哦、出让，我多少钱买都没有关系，天价也没关系，他真的跟他开一个天价、啊。是印度的土地现在不像台湾这样、哦、寸土寸金，对不对？好，那我那个地方呢，那么大片、哦、根本就是不可能需要这么多钱，它只是一块地而已。可是奇陀太子要刁难他、啊、他说你用黄金来换啊，是我现在黄金地段，有没有？哎，你看他这还没学佛就知道黄金为地，琉璃为池，对不对？好，哎，那这个吉固的长者是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我就是要给你买到这块地。那你到底买来做什么？好，买来要给佛陀啊，是不是？所以奇陀太子听到有人这么傻，竟然不是留给自己人，是要留给一个他没听过也没见过的人，而且他有1000多个弟子啊，是不是？那吉固的长者呢，他要去成就这一块地的时候啊，他并没有是为了要自己要听法，他是想到他要把佛陀请来，让他的家乡的人民都可以能够听闻佛法。是好，所以能够呢真正的接引到、哦、这个佛陀、哦、让佛陀来到我们的这一个城市这一个国家，那真的是啊我们这一个国家的最大的福报。是所以他当时是这种心情。好，那我们后来的人学了佛法之后，也有很多人有这种心情。他说：“师父啊，我们这一个哈、哦、这个家乡的人呢，没有机会亲近佛法，那师父愿不愿意好、哦、来这个地方住席？是不是？师父你要住哪里呀、啊？你家在哪里呀、啊？啊、哦，出家人处处无家，处处是家，就是随缘嘛。啊、哦，哪里对我们最友善，我们就哪里去呀、啊。”是不是哪里去到哪里就要拿扫把把我们扫走，那我们也走也没关系啊。好，为什么？因为你总不能说诶住在一个地方然后跟好这左右邻居都怎样大眼瞪小眼。是不是我们有一个居士呢，他说师父我供养的一个师父啊帮他建了一个道场，结果这个道场呢哇这个师父呢个性不太好，跟人家不合。
好，那他为什么跟人家不合呢？好，因为呢，他们村里的人啊，好，就有一点迷信啊，所以呢，他在听，就是诶，他这个做早课晚课的时候啊，好，那个声音哦，好，那个佛教的那个声音，铿铿锵锵的声音啊，哈啊，他们听的呢，说头痛啊，啊，那怎么办？就去拜托那个师父说，可不可以小声一点嘛，对不对？好，结果那师父呢，就去外面装了一个大喇叭，给他放送出去。哈，你叫我小声，我就更大声。好，那这个当然一定就结恶缘的，对不对？好，那重点是呢，你本来唱得很好听，经过那个铁喇叭就会变很难听，是，而且都在念一些奇怪的声音，对不对？好，那个咒语啊，人家一般没有学佛的人会害怕哈。然后那个道场的背后呢，有一面墙。他就在这个背后呢涂了那个六字大明咒，然后又做了一个咒轮。好，那一般人呢听看到那个咒轮，好，就有一点像看到那个八卦这样，有没有？好，那就会觉得很害怕。结果那个咒轮呢刚好正对着后面有一个老太太的正门口。好，一对那个老太太每天又头晕。好，所以呢，那个老太太就觉得一定就是那个一出门就看到那个咒轮哈、哦，哎呀，你真是哈、哦，所以我们以后呢见道场一定要先问卷调查，哦，那这个真的是没有办法，因为那个是信仰的问题呀、啊、哈。那、结果呢，他就去请那个师父呢要把那个咒轮拿掉啊哈、哦，结果师父呢给他画彩色的，哦，就给他画更扩大这样哈。哦，那这样子其实就会造成彼此之间就相处上的不安宁啊。好，那师父也有一定有他的苦衷嘛。好，那住的人也有他的痛苦啊。哈、哦，那互相都不和谐，怎么办？那我们就一定要想想看哈、哦，既然要就是要这样要修行哈、哦，就是要能够利乐有情。好，那有的人呢就不一样哦，有的人是很开心很感恩，哎呦怎么这么好？我家旁边竟然有一个道场，是不是？哦，三不五时就是可以串串门子啊，哈、哦，来拜拜佛这样哈、哦。好，但是呢，我们通常都会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则，叫做近寺怎样？近寺七僧，近庙七神，有没有？啊、哦，也是哎，在自己的道场旁边哦，反而呢就很多基督徒这样，是不是啊、哦？所以哎，奇怪啊，怎么会这样？啊、哦，那来学佛的都是跑从很远跑来的这样哈、哦。那事实上呢，其实就是我们来看看，来供养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呢有需要的地方呢，佛法就会出现，就会生根发芽。那我们去成就这个因缘，啊、哦，所以布施一个场地。布施自己的房舍，好，来供养出家师父修行人，好，或者是呢供养给慈善也可以啊，捐来做老人安养院，这也是可以啊，好，捐来做学校，这也是很殊胜。在这边呢都在讲这个，就是舍掉我们自己的那一块地嘛，好，舍于大地，好，所以像我们这个这夏威夷的那个道场啊，它也是最早的一批华人啊、他们移民到夏威夷，移民到美国，可是这个信仰还是要跟着人走啊，是不是？那信仰跟着人走，那我们学佛的人、信佛的人，啊、那到底要在哪里能够继续用功？好、啊，所以就会有人呢愿意捐出啊一个地方，然后让大家一起来修行，就变成一个道场。好、啊，可是呢，当你捐出去的时候，你一定要有。供养的心、啊、否则呢就会有很多什么诶第一代捐第三代去给他要回来，有没有？是不是？就是啊，这是我功德啊、哦、所以这个寺庙是我的啊、哦、那你寺庙是你的，可是你又不是拜佛的，你怎么办、哦、所以现在那个道场就是这样，第三代呢委员会都是基督徒啊，一个基督徒管那个庙哈、哦，所以呢，就有很多很多的问题。那问题最根本的问题是什么？根本的问题是啊，在这个寺庙呢做的活动，在这个地方掌管的僧人，好、啊，那要发挥教化的功能，否则他不懂得佛法，最后呢就会随缘随到，他就跑去基督教了。
是不是？因为基督教很积极的在啊吸收人员嘛，啊，然后他有他的方式啊，啊，那他有他的教法教义，好，啊，那只是说佛教如果他只是一直存有仪式，啊，存有法会，而没有教化，没有人讲解佛教的义理，那这样子可能呢，佛教到最后呢，就只剩下一个啊这种仪式性的一个庙而已。而不知道他的真正的精神是什么。好，所以我们布施这个房舍呢，其实最主要的是要供养护持一切大众修行，它的意义不一样。好，它跟捐孤儿院，好，跟捐安养院又不太一样，哦，它是供养道场。好，所以供养道场，这个道场叫做修道的会所。是，所以很多人说，哎，你这个，哦，这道场已经那么多了，你再去捐道场哦，啊，还不如呢去救那些有需要的人，是不是？那道场有没有需要？有，啊，大家的心生病了都需要在道场当中修行，它会解决啊。那你看到的这个医院，它的确，啊，是有需要，因为大家生病嘛，是不是？生病了之后呢，哎，你设立的医院它是有它的必要性，它治病。可是道场呢， 它的功能好，他也是有治病的功能。佛陀是大医王，他解决的是你看不到的这种心灵上的不安，好，或者是这个愚昧的，好，这种执着，好，那如果我们能够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好，转染成净，他这个功能呢是更是不可思议。好，所以这个要防患未然的医院啊。好，那医院是已经结果化的医院嘛，就是你的身体已经坏掉了嘛。那道场是，哦，在因上就开防治所有的烦恼病。好，所以呢这是又有不一样的功能。可是这种功能呢，你就一般人就不能够理解，他就会觉得他只是老人家心灵寄托的地方而已啦，哦，那这是就是这个就是我们，哦，当代要弘法的人，哦，大家要一起共同去发心啊，去把它啊这个观念导正的地方哈，啊。好，那这边呢，就是菩萨呢舍于大地啊，造立金舍，或者是呢让菩萨及善知识随意所用。好，啊，那如果能够来用呢，哎，都是啊有这个度化众生的一种功用嘛哈，啊。好，于如是等诸处之中，悉为半具资生杂物啊，令随意用，无所恐惧。如果你供养的一个道场呢，诶，这很多人会说，师父啊，你来我家啊。好，我说我去你家做什么？给你住啊。好，那我就会问他说，那你住哪里？他说跟你一起住啊。好，那我就不要去了。为什么？因为他通常都会三不五时，他就想象说跟师父一起住，他可以随时请法这样。哇，那有的人呢，他对自己的家里面很爱惜的啊，是不是？他每个地方呢，哦，都要布置的干干净净、整整齐齐，那个花的角度都要刚刚好，是不是？那这样子的时候呢，任何一个去住的人啊，哦，他一碰啊，啊，没有恢复原状啊，他心里面就觉得，嗯，这个人习气啊，习惯不好，习气不好，动了我的东西，这样子没有人敢去住啊。是不是齁？所以呢最好的方式呢就是，哎呀，捐出来之后师父随便你用，钥匙拿去就好了。齁，你不要三不五时，我是房东又回来检查一下，诶，现在怎么啦齁，是不是齁？所以人家要布施就要怎样，要布施的彻底。齁，否则呢我们就会齁没有办法真正的进到无相布施。这很难哦。很难哈，我们有的人说我不喜欢借车子给人家，哈，为什么？车子只要借给人家之后回来都不像样，哈，其实不见得不像样了，只是你的感觉就是被别人家碰过的都会扭曲，其实你自己撞了两个洞，还说是别人撞的，对不对？哈，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我嘛，这是我的东西，我就很爱惜，好，那只要呢要给别人，你这心里面都不开心。哦，都不愿意呢真正的放下，哦，所以既然要布施就要把它布施得干干净净，
好，那所以他讲所有的处所呢，悉为半具资深之杂物，好，所以帮忙全部的东西都准备好，好，需要什么全部都准备好，令随意用，无所恐惧，全都是一应具足的，好，一应具足，好，令随意用，好，好，菩萨摩诃萨随何方所布施地时啊，好，以诸善根如是回向，还回向啊，哈，好，那既然要供养，我们希望怎样？真正的成就这个众生的功德，是不是？哦，这道场要发挥功能，好，所以我们美国有个居士啊，他就接收到了一个道场，哈，接收到这个叶曼老师的道场。叶曼老师在今年啊，就今年还是今年哈，今年就圆往生了，哈。那他在90岁的时候啊，好，还在美国，他平常呢在家里面，他的住所也是在讲课，好，在讲学。那结果呢，他就知道呢，现在中国大陆更需要佛法，所以他就发了愿哦，要到北京啊，要继续啊在中国大陆弘法。可是如果去中国弘法呢，他美国的这个地方怎么办？啊，就有一次啊，哈，我们这个居士就去跟叶曼老师啊做义诊，啊，就帮他啊这做一些针灸啦，哈，啊，做这诊疗。那他是去做助手的啊，哈，哎，叶曼老师呢就有一点这个怕针，那个针要扎下去的时候会痛，哈，啊，那这时候呢他就顺手呢就抓住老师的手，哈，啊，就是希望啊他不要害怕，啊，就抓着他的手，哈，啊，啊，结果呢，这老师呢一抓住他的手呢，哦，就不放了，说哎，奇怪哦，抓着你的手我就都不会痛。所以从此之后呢，每一次啊要看诊的时候啊，他就去帮忙，给他负责让他抓着他的手，他的工作就是让他抓着手这样，哦，好，那抓着手呢，这老师啊就会一边扎针一边跟他聊天呐，啊，就说哎呀，我还有三个心愿，啊，他就想说这么老的老太太还有三个心愿，啊啊，他说如果他可以的话他就来帮他成就，啊，那结果呢他就说第一个心愿呢，啊，我这一生讲的很多的课，啊，那我希望呢能够把它转成 MP3、啊，就是本来是以前是卡带嘛，好，卡带要把它转成 MP3 啊，好，那这样可以继续流通。他一听啊，这简单，我帮你，好，这没有问题啊，佛法的流通本来就大家都很愿意哈，啊。好，那第二个呢，就是说，哎呀，我是想啊，要怎样啊，要把这个房子哦卖了。为什么？因为呢，我这个房子啊，哦，卖了之后，我要去中国大陆弘法。他一听啊，哇，年纪这么大的老太太还愿意去弘法，这是不简单啊，哦，我没有办法弘法，但是我可以帮你解决你房子的问题，是不是？好，哦，那成就你嘛，哦，那房子要卖多少啊？他说可是我要一个但书，就是你买了之后呢不能够拿去做买卖，哦，你买了之后还要继续把这个，房子呢捐出来继续当道场。嗯，还有这种事情哦，是不是一般人就是去买道场然后把它卖掉，对不对？哦，他中间要赚一笔，哦，哎呀真的是功德，对不对？哦啊，功德都归自己的口袋啦，哦哦，那他就说诶，这个事情呢他想一想哦，诶，他钱也够，然后呢这个道场呢诶也继续在做，他的房子也够，他也不需要这一间，他只是想要成就这个老太太的心愿嘛，啊，哦，好，哦，所以呢，他想一想，说好啊，可以啊，好，哦，那也不是很贵的钱，啊，哦，那我也愿意，所以呢，叶曼老师呢，哎呀，真的很开心哦，好，哦，就赶快呢，请那个仲介呢，就把事情办一办，结果呢，当那个仲介呢拿着那个钥匙哦，交给那个我们这个居士的时候，好，哦，就恭喜他啊，哈，哦。恭喜你，你得到了这一栋房子了。他突然拿着这个钥匙在那个房子前发呆。他说：“我是一个基督徒，啊，我要去哪里找法师啊？这个道场要当道场啊，道场既然有道场，就要有师父啊。好啊，这只有一个道场，可是里面有图书馆，也有一个佛堂。”
可是啊，那法师去哪里呀？ 啊我又是基督徒，我又不认识什么法师，是哦，所以也是很妙哈。他竟然一个基督徒变成道场主人了哈，他变住持了哈，啊，是哎，那他就心里面呢就很希望怎样？哎呀，有很多人能够来这边听法，然后有很多人来这边弘法啊。那结果说也奇怪啊，哎，就有一些居士，还有一些管道啊，然后还有一些因缘呢，就自然而然就开始哎聚集。他起了一个念头，就是只要有愿意来讲经的、讲课的，只要愿意来修行的，不论任何的宗派，不论任何的法门，他都欢迎。但是不要在这边搞怪就好了，是不是？不要搞那个怪力乱神哈。就又开始了，哎，就陆陆续续有人来借道场啦，有人来这个地方办活动啊，啊，来办讲课啦，啊，哎，那师父也是去那个地方哈。那现在呢，他说，哦，现在这个道场呢，哦，非常的充实，每天每天都有活动，啊，哦，那他只负责去做什么？他只负责去交税啊，交水电啊，去交什么，就全部放给大家，让大家自己在那边活动。所以有很多人喜欢去那里，因为都没有人管，然后又有人负责打扫，哦，全部都弄得好好的这样哈，哦，所以准备得很好。那在这里面做什么？在这里面就大家在那边修行，哦，所以这是一个很殊胜的因缘。可是一般人呢，他当他要把自己的东西捐出来的时候，有时候呢心里面呢，因为那个我执，所以不见得能够舍得干干净净。所以不是道场的问题哦，是我们的心的执着的问题。好，那既然要布施要供养，我们都希望怎样？好，这真正的是成就一切众生的功德。那因为这道场的功能呢是千秋万世，这个人往生，下一个接继承的依然要把它当成道场来使用。所以人来来去去，可是道场永远不会坏。好，铁打的道场，好，流水的大众，是不是修行的人在这个地方成就嘛？好，所以他的因缘呢是这么不可思议，好，是很殊胜的。好，那我们就知道说，哎，这个布施大地的时候要做一个回向，好，所以希望一切众生呢在这个地方修行可以就近成佛，好，叫具足清净一切智地，悉到普贤众行彼岸，好，就是成就佛道的意思啊，哈。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等一下再来看下面的段落。来，我们来继续看哈，来，剩下我们要讲啊，要讲快一点啊，446页。来，446页呢，第二行哈，佛子菩萨摩诃萨布施同仆，供养一切诸佛。好，那一样哈，就是这个是布施我们的仆人呐，啊，就过去有这种比较有这种仆，哎，这个奴隶的制度啊，所以因为在印度那个时代啊，有这个种姓制度哈。那这个种姓制度呢，它就是有一个社会阶层，它是属于这个奴隶的阶层哈，啊，所以有人呢，啊，他说，哎呀，现在就是人是平等的啊，哈，那是平等的，怎么可以把人家当奴隶呢？是不是？那应该要放养，对不对？好，要放他自由才是菩萨嘛，哈。可是呢，哎，他这个地方呢，提出了一个啊，提出一个看法哈。他说今天这个人他是你的奴隶，他因为你学佛，他会帮你服务你所有的学佛要用的啊，供养啊，啊，布施道场啊，啊，去修善法啊。如果他今天不是因为当你的奴隶，他自己一个人他会不会去修行？不会，不一定会去修行，是不是？所以呢，诶，他的跟对主人很重要啊，啊，是不是？那跟到这个主人是信佛的，好，所有的仆人都为了信佛而忙碌，为了行菩萨道而忙碌，他也是菩萨道的其中的一份子。好，但是呢，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他过去也发了这个愿，他要以仆人身来行菩萨道？
是不是？要不然他怎么会哪个道场不选啊？哪个主人不选，选到一个学佛的、信佛的？是不是？所以这是一个啊，这是一个什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啊，那你说跟着这个啊主人，如果这个主人是造恶业的，他这个啊仆人也是跟着造恶业啊，这个仆人呢，他自己在这个生命的过程当中，他就是要扮演仆人的角色，他的业力是让他啊一直当奴隶嘛。好，那但是呢，在这个学佛的过程当中，这奴隶也有可能是因为学佛而找到自己的啊，是不是平等心，找到自己的人性，尊重自己的佛性，是不是？那他有可能会翻身，他也有这个机会去供养佛，而解脱了他奴隶的这个角色，是不是？所以呢，我们说从这个啊未来的一个角色来讲，好，这个、也有菩萨，他是以奴仆身得度的。好，他要做什么？他要让一切的奴仆都知道，我们不一定就是永远都要当奴仆啊，奴仆也能成佛啊。好，所以呢，他这个地方啊，就说，哎，这个是随时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形态哈。那如果是菩萨啊，菩萨来发愿当的这个奴隶啊，这个仆使啊，哈，他就会有这种特质哦。啊，所以如果你现在家里面呢有请这个啊，这个来协助打理家务的这些人呐，哈，那有的呢，他的性格很难调伏，有的呢。诶，他到最后呢很幸运啊、哦、你这诶来帮忙的人他就像家人一样，是不是？那这种就是结善缘来的啊。好、哦、那我们那个居士有一个居啊、哦、我们有一个居士啊、哦、他是请啊、哦、因为家里面啊、哦、有长辈啊、哦、老人家呢需要有人看护，所以他就找了一个印尼的一个啊、哦、这个年轻的女孩子啊啊、哦、来家里面协助这个打理家务。那这个孩子这个印尼的这个人哦，他很有福报哦。他是前一站呢是在香港哦，帮一个国外的大使在家里面帮佣。所以呢他在家在这个大使家啊常常都是摆这个国宴啊宾宴宴席啊、哦、所以他的厨艺呢有这个五星级的一种层级这样啊、哦、因为他在前一个在大户人家啊、哦、做这个啊、哦做这个佣人哈，那结果呢这一站呢，哎，就来到了我们这个居士家。这个居士呢是吃素的，哦，他本来的那个五星级呢，好、哦、的这些厨艺啊，好、哦、转变成煮素食，哇，变五星级的素食哈、哦。所以这次我们禅期呢吃饭的时候，他就有来帮忙供养的两餐啊、哦，所以大家就知道哈、哦，那个吃得很开心哈。哦好，那这就是什么？诶，我们刚好就有这个机会啊。其实不是啊、我们那一天就宣布啊，啊、我们会长呢，啊、煮了这个菜哦，给大家吃。其实不是他煮的，是他的哈、啊，他的玛利亚煮的哈、啊。好，那这个这个仆人呢是非常啊聪明，而且呢很认真啊，做事情很认真，然后又聪明。好，那这个哦，我们这个居士啊，他因为学佛，所以呢，对这个啊、哦、仆人呢特别好，两个就像朋友一样，还常常赖过来赖过去啊、哦，然后联合一起来啊、哦、来怎样啊、哦？因为他家里面的先生呢、哦、不愿意他到处跑道场哈、哦，所以呢啊、哦、他就联合他的那个啊、哦、他的仆人呢啊、哦、一起怎样。骗他先生啊、哦哦，所以我们不是用骗的，就是大家轮流照顾，只要他身边有人就好了、哦、所以他们就排、哦、你如果要去穆斯林、哦、他那仆人是穆斯林的、哦、你要去拜的时候，我帮你、哦、我帮你照顾啊，我要去拜拜的时候，你就要帮我照顾哦，哈、哦，这样，啊、哦，这样子呢，哎，就大家就轮班这样，哈、哦，所以叫互相互持，对不对，哈、哦？好、哦，那这是很难得啊，哈、哦，所以这种缘分呢就很难得。我们常常在这个新闻上也看到呢，互相杀来杀去的，有没有？好、哦，那也有这种，还有虐待的，好、哦，可是呢，
你这身边的人能够遇到的一切因缘都是善的因缘，这真的是结善缘再来的哈。所以其诸普使皆聪慧善巧，你不够聪明啊。我们师父呢看到了人家的这个帮忙的人哦，很羡慕，他说我们也来申请一个。我说你啊，你不一定有这个福报哈，因为好，是不是你要申请到刚刚很聪慧的啊，又乖，是不是？好，那性质调顺，是不是？有的聪明的就不乖啊，在那边搞怪。好，那如果呢很乖的又不聪明，教到头晕，是不是？所以呢你就是又很难哦。那他可能有聪明啊，然后又很乖巧，可是他有没有可能懒惰？也有可能啊。所以呢这是不简单哦。基本上呢你可以碰到这个聪慧善巧性质调顺常行精进无有懈惰这种人都当老板啦、没有那种，所以很多人都抱怨啊，说这个员工怎么这么难用哈、哦？说他如果呢跟你一样好用，他就当老板，他为什么还要给你用？对不对哈、哦？可是呢，你真的遇到这样子的人，又甘于当员工的，那一定是菩萨，你要把他当菩萨供起来，千万不要等闲视之，是不是哈、哦？所以你看他是这里面呢，他说这个菩萨呢是要来做什么？来以奴仆身。来行菩萨道的，是他要度其他的奴仆啊，好，他要度这个主人呐、啊，是不是、哦、所以呢，能随受方啊，受者方属所宜，哦，还可以随缘呢，哈、哦，随缘变化哈、哦，于比比中作诸利益，是不是在做帮佣的这个过程呢？好、哦，他不是以帮佣想，以行菩萨道想，好、哦，所以能够利乐有情啊。好，又皆从菩萨敬业所感啊、哦，是，其实他这一生呢，他是因为菩萨的愿心而来的啊、哦，所以才能记忆工巧算术，弥不通达，善能公事，越可其心啊、哦，是，所以呢，这是很不简单哦，你要有很大的福报，你才会得到这样子的奴仆哈、哦，否则主人昏庸，你也不知道说这个奴仆那么厉害，是不是？好、哦，那菩萨尔时以诸善根如是回向啊哈、哦，所谓愿一切众生得调顺心，一切佛所修习善根，所以他就哎要一个很真诚的心回向，自然呢，所有来协助你的人，你都把他当成菩萨，他真的就是。真的是就是菩萨敬业所感，是不是？那如果说哎，你一直把人家当奴隶，哈、哦，也没有尊重一切的众生，好、哦，也没有把他当人看，那自然呢，就有那个不是人的来当你的奴仆了啊，好、哦，是不是？那个心就是相相感应的嘛，哈、哦，好，所以他说，哎，这个地方呢，憨山大师就讲哦，不放从良，好、哦。是不有的人说哎、欸、奇怪人家奴隶啊你应该对他好就是解除他奴隶的身份啊是不是好那为什么因为呢不放从良而施与人呢好就是还是让他继续做奴仆是因为什么以菩萨行海无善不修若放从良呢那就可能他就从此没有行菩萨道的机会了啊好所以第一啊行海不惧就是他就没有办法有这个机会去行菩萨道他以个人的能力、啊、他跟到什么主人他只能跟着主人了、啊、第二呢、啊、那基本上呢能够来行菩萨道的其实都不是因为主人的关系是因为他自己也有心愿有愿行啊要不然怎么这么刚刚好我们以前有一个居士哦他是做人家的管家那个管家啊，他的主人呢刚好学佛所以呢这个老板啊常常呢都喜欢怎样带着司机啊，带着管家然后呢就去听老丈开示就开示到最后呢那个司机跟管家出家了那老板还没出家是所以是谁是得度的每个人都是得度的啊也不见得是老板先得度呢是不是
好，那旁听的会得度呢，好，是好，所以呢，诶，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愿行，只是你是什么身份，好，所以彼仆本愿啊，要圆满啊。第三，佛果缺此应机之德啊，所以佛陀是不是千百亿化身，他什么身份都要扮演过，这样才能够广度一切众生。否则有人说啊，你从小就公主啊王子啊，你都不知民间疾苦，你当然觉得学佛好啊，你能不能够了解我们的痛苦？可以啊，因为他最苦的他都做过啊。所以呢，这个地方呢说，诶，这个佛果呢也要有这个圆满的千百亿化身的德恨啊。好，那这是这个地方呢就讲到奴仆啊，仆役。好，那再来呢，我们再来看哦，449页。449页这里是不是我们现在开始要有自己来啊，我们布施奴仆是布施我们的家里面的哈，帮忙的人哈。那家里面还有谁？还有我自己呀。好，我们自己也要布施，是不是？我把自己布施出来哈。所以，诶，我们有一个居士哦，他是以前呢，在这个在办三坛大戒的时候啊，第一次要办三坛大戒哦，哎呀，所有的东西呀，通通都没有做过，都要重做。然后我们又在一个老的道场办，那老的道场呢有很多废弃的物料，有很多阴暗的空间没有整理，那需要大量的人力，可是呢我们并没有啊，在这个道场没有固定的信徒，而且有的信徒都很老了，是不是年纪很大了，我们来的吼，还要我们要帮忙他这样啊，哦，所以呢就怎么办，哎，赶快呢召集北部的居士啊，哦，那结果我们这个居士呢他就很发心，哦，他就把他的工厂啊，哦，诶，这个两个厂收一个厂，哦，一个厂呢继续工作，另外一个厂呢也是工作，但是呢改到道场去工作，也是打卡，每天打卡就去道场打卡这样，哦，然后我们就，诶，看到很多工人呢来帮忙，哦，那他就照样发薪水，好，是不是你到这个道场去呢发薪，好，然后我付你薪水，好，那这个呢就不打紧哦，这事还是叫人家做，他自己也跑来，好，自己也说，诶，师父啊，要做什么，因为这些工人呢他最熟，所以他就带领这些工人来帮忙做，哦，做一做呢最后呢两个夫妻都出家了，成就很大的因缘，哦，因为他的这个办这个戒会是成就出家人成为，啊，正式的出家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仪式，啊，那他呢是先去护持一切大众，连自己都身先士卒，那他的员工呢看到，哦，老板都亲自出马，啊，当然不敢懈怠，啊，所以自己都能够亲自做，啊，这又是更不一样的境界的，啊，那但是你亲自做你不是扮演老板呢，有没有？他说：“师父有什么可以做的？”然后说：“搬椅子，老板哪有在搬椅子？好，啊，搬桌子，老板没在搬桌子。好，那这样子你就不要来了。我们需要的是搬椅子跟搬桌子。好，如果你到道场还要当老板，有的人会这样哎，有的来道场呢要来发心，他说：‘师父，这个应该要这样做，那个应该要那样做。’我说：‘我也知道，谢谢老板，是不是？’”阿利伯者爱向者，我当然知道啊，我也知道啊，我也知道应该这样应该那样啊，哦，可是这是应该不应该，哦，指导的工作是老板的工作，哦哦，你要去发心，哎，那你要指挥谁，哦，线下只有你跟我，难道是你指挥我吗，哦，那 OK 啊，哦，是不是，哦，所以呢这是很好玩，哦，我们要转换自己的身份就不简单，是，哦，这个上一次那个船上就讲啊，哦，我以前哦在公司都是人家开车，哦，载着我跑来跑去，我从来都不用认路的，是不是，哦，他只要负责到了，嗯，下去开会，现在到金色哦通通都是他开车，哦，是不是，诶，这是真的发心啊，你把那个身啊全部通通都布施出来了，哦，好，那金色没有他不行，是不是，哦，还有一次呢那个，哦，这个佛堂的那个电灯哦，灯泡坏掉啊，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啊，全部的人都拉不下来，所以一定要把他从南部呢叫回来，
好，叫回呢，回啊，紧急呢，召回，召到金色呢，诶，他手一转，诶，那个灯泡就下来了。为什么？灯泡就是听他的啊，别人装都没有用啊，就是一定要他的手啊，哦，是不是，哦，菩萨就是一定要他来发心啊，哦，是不是？所以呢，诶，我们说以身来布施啊，那要符合需求，是不是？以身布施，诸来其者。好，布施之时呢，要怎样？有谦卑的心。你如果很傲慢说，嗯，我以前都不做这个的，为什么现在我这些都要做？那你就不要做。要做就要怎样？很感恩，哎呀，我有这种机会可以发心，可以服务一切大众，很感动，哦，就是很谢谢，哦，就是非常，哦，有一种这种谦卑的这种心情，哦，好，生如地之心。什么叫如地？我们像大地一样，大家踩都没关系，因为我够稳，哦，而且地越踩越硬，欸，越踩越坚硬，是不是，哦，这如果呢，这个不够啊，心不够坚定的，踩一踩就一个窟窿在那边，千疮百孔了。哦，所以呢，诶，我们呢能够接受一切的变动，一切的，哦，挫败，一切的逆境。哦，所以身忍受，哦，是忍受重苦，忍受重苦，无变动心，哦，生出能够忍受一切苦。生出几世众生不疲厌心，是不是？所以你要供养一切大众呢，第一个那种精神一定要到啊，就是我愿意而且是欢喜的。因为我们常常就是一念心嘛，好，我们在家里面的发心跟在道场的发心可能做的是同一件事情哦，譬如说煮饭，好，在道场呢煮的时候呢特别欢喜，在家里面煮的时候呢特别难过。为什么？因为你这在道场煮呢就上供十方佛啊，哦，师父要吃，哎，欸，哦，我一定要煮到哦，让只要师父说好好吃哦，哇，就觉得怎么辛苦都，哦，这个有价值，对不对？可是家里面的人不会像师父这样讲好好吃哦，会讲什么感觉被戏，是不是，哦，我讲说啊，你要油，哈，哦，是不是？哈，哦，啊，不比，哈，哦，是不是？就是，哎，咸的多啊。为什么？他每天吃嘛，哦，他已经知道你有一些口味的嘛。那如果这个时候呢，你心里面在想说，哦，煮给这些业障鬼吃，你的心哦，一定哦，怎么煮都不会好吃啊，哈，哦，是，所以同样在煮饭呐，啊，哦，那我们呢，既然要煮，就欢欢喜喜，不甘不愿煮呢，还是得煮，这叫做业力呀，啊，要煮。然后煮得很开心，流汗也没关系，哦，这就是愿力啊，是不是？所以你看我们那个这一次禅期阿星煮，哦，多好吃，非常好吃，哦，那他有没有说在家里面有没有在煮？在家里面现在已经不用他在煮了，他已经交给他的儿子了，哦，那他是哎大老远呢，哦，就是买菜啦，煮饭啦，哦，那他从来也很少在领众，是不是？所以这压力很大啊，哦，压力大到呢，哦，晚上睡不着，他睡不着他还是做，一大早就起床，好，最晚睡最早起，哦，这么辛苦，可是呢他的心啊就很欢喜，所以看到大家呢吃得津津有味，欢喜到不行，哦，吃不够，哎，很欢喜。一般人哦在家里面吃不够啊，是腰贵了啦，哈，是不是？是不是？哈，哦，我这次煮那么多，你看，哈，哦，都被你们吃垮了，是不是？哈，哦，可是呢，你看那个心情就不一样，吃得干干净净，吃到不够，哇，这个煮的人是很高兴，哈，哦。所以呢，我们要发心的时候呢，第一个就是一种欢喜心，第二个遇到任何疑难杂症，哈，哦，还好是我发心，我能解决，就是我有这种愿力解决，就没有疑难杂症。是不是？好，所以呢要给有这种发心，哦，那这样子的发心呢就会成就殊胜的功德，哦，好，所以这是用身来布施，哦，用身来布施，哦，好，那再来452页，好，这个第二段，哦，他说菩萨摩诃萨闻法喜悦，生净信心，好，能以其身供养诸佛，
怎样供养诸佛。他说我们今天来听法，前面的布施是服务大众，可能这个供养我们的力气，供养我们的时间做义工。好，那现在呢我们来听法，算不算是一种供养？有啊。所以有的人说，哎呀，我这喜欢做义工啦，你叫我做事，结果呢跑到道场去要发心，就要发心呢，师父说现在没有你的事，你的发心就是去听课，结果他就不来了。有没有这样？他说哈，是要听课哦，那我不要来啊，我要做事才来。这个就是不懂得真正的供养是什么供养。最大的供养是法供养，是你的听课学法让你有智慧，你接下来呢可以更好的供养。你每天都只是在这边做做做做做，可是没有智慧，你用烦恼心做还是烦恼。所以有很多地方呢，就是哎呀，这个发心的义工前面呢讨啊兴兴后来就会起烦恼心。为什么？因为法的力量不够，你不懂得发心嘛，不懂得发心呢总是呢要用自己的方式，尤其是厨房有没有？我们都带着我们自己在家里面厨房的习惯是不是啊？切菜要怎么切？人家一讲说不行，要这样切，跟你的习惯不同，不切的，是不是？而且还拿着刀子在那边不切的，吓一跳是不是？那要煮要放味精所以上次呢听到有一个居士，还好是其他道场的，是不是？那个道场呢说，哎呀，我们不要放味精，那它就变成香菇精我们不要香菇精它就变成什么？偷偷带，还有这样子的是不是道场不提供，可是那他就偷偷带，吃不出来吗？一吃就知道口渴的要命所以呢他说没有教我就不会煮了啦其实是他的执着，是不是然后呢就变成就要强迫大家都要接受他的方式那这个就是我们有时候呢就没有正确的观念，这是没有佛法，那没有佛法，没有供养的心，你只是要去表现你的，我多精湛的厨艺但是精湛的厨艺用自己的方式啊，这个都不够精湛，你要符合叫做什么？我们叫做上供十方佛，是不是要三德六位呢？是不是要煮这个斋饭给大众吃，要具备三德，要有六位。是不是？而不是你自己用我执我慢在那个地方展现你的厨艺所以这不简单不简单。那要有这种观念呢，要听法否则呢他又没有听他还是照着他的习气在做那做什么事都很容易会有烦恼心，到最后呢烦恼不打紧，还到处去讲，是不是还造口业那这样就更糟糕好，所以呢菩萨摩诃萨要闻法，闻法喜悦生净信心，自然就会以身供养诸佛，心乐性解无上法宝是不是？所以呢来修行学佛呢，我们每天呢布施一个小时诵经，是不是？这个就是一种布施所以不要小看说师父我都没有钱我没有办法用钱供养，但是你的时间你的生命就是你最大的资本是我这个资本呢在这个地方精进用功我少造一些恶业，我让自己更有智慧，你在生活中自然而然就会影响更多的人是不是？那有的人说哎呀我真的是没有时间修行，但是我用钱来代替我修行，是不是？我自己念不了经我印经书来送别人念嘛，是不是？这也是一种发心，所以财布施法布施都是平等的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能够来听闻佛法也是一种最大的布施所以老实讲我们常常讲这个出家师父弘法，弘法是怎样师父的确是需要有人护持交通费啦师父的吃啦住啦，可是这个其实需求很少，师父的弘法呢最需要什么？最需要大家来听。那今天呢来哎呀千里迢迢跑上来结果呢师父
不好意思哈，好、哦，我今天呢没空，不客出席，是不是哈、哦？是吧？不客出席的，哎，两只猫在前面，在那边听哈、哦，哎，讲课会不会受影响？哎，我们是凡夫，我们会受影响哈、哦。而且如果今天呢，哇，大家呢，哦，这个千里迢迢啊，哦，这有一个居士说，师父，我的礼拜天哦要上课，可是哦，我前一天。好，才从国外坐飞机回来，我半夜才会到哈。那我隔天也会来上课哦。可是我如果打瞌睡，你千万不要怪罪我哦。嗯，我说，哎，尽管打瞌睡，人来了都在我面前睡，我都能够体谅，因为非常感动啊，是不是？这个你有十足的理由说啊，我不行啦，我要调时差啦，我根本就哦没有办法。来上课啦，我太累啦，都有很多理由。可是你的哎，排除万难来求法的心哦，真的就是会对弘法的人一个很大的支持。好、哦，你说师父，那这样子听有效吗？怎么会没有效？你回向的时候至少有听有清醒嘛？啊、哦，是不是？是回向的时候，就醒过来了哈、哦，以此啊。那个听法打瞌睡功德哈，回向，哎呀，很殊胜呢哈。我们也不可能睡一整节啊哈，所以有很多人呢说啊，师父我都太累了，我工作太累了哈，来这边听课都打瞌睡，真的是不好意思哈。我都不会这样想，我会说这么累还愿意来这边打瞌睡，不简单，是不是？你说不是醒过来总是会唠到两句啊，有两句就足够让你开悟了哈。那我们这个听那么多哈，是因为哈，就听什么都不开悟，就崩天啊这样子哈，听多一点，说不定那个机会高一点这样哈。那事实上呢，其实真的是如此。我们佛法不怕多听，所以有的人说师父，哎呀，我是不是要对你忠心耿耿啊？哈，其他的法哈我都不要听啊，不行，你要多听。只要是天下善诸善知识所讲的法，你要多听。好，那为什么有的师父说你不要跑道场呢？你专心在这个道场呢？哈、哦，如果这个道场呢行程是非常忙碌的，那非常好，你要好好的安心的在一个道场好好深入。但是如果呢，哎，这个师父呢，他叫你不要跑其他道场，他的原因主要就是希望你不要带着习气到处乱跑，是不是？有很多人跑道场是。用这个道场跟那个道场比来比去，有没有？好，每次都来这里，然后就讲以前，是不是？好，然后到那里又比较这个，好，所以那这样子你就是生是非。每一个法门都非常殊胜，非常无量哈。但是呢，你在这个道场就学这个道场的法门，好，你不要呢，哎，有人很好笑哦，他就用交换的心态哈。诶，我来参加你的活动，下次你就要来参加我的活动啊。是来参加什么活动？都是佛的活动，有什么好互相还要互相支持哈？所以呢，其实这个地方呢，我们就要有这种正确的观念。但是如果你是听法的，哎，不妨碍，就是每一个道场都要去亲近，只要善知识它的弘法能够解决你的心里面的盲点，那很好，要多听，好，因为我们只有多听法，让自己变得更有智慧。好，其实我们常常哦，就心里面就想，最好哦，这些居士能够到处听，最好呢，到越严格的道场越好，因为呢，修理到好好的，很乖，然后再来教，我们再来教就很好教。不用教就很乖，还以为是自己教的，其实是别的道场教好的哈。那真的很好啊，你多学佛，对所有的善知识都有一种恭敬，自然而然就会有一种气质。好，那不会说，哎，有时候我们在问说，师父，哎，这个居士啊，你都亲近哪个师父啊？哈，哎，有的就啊，故作神秘状哈。我说有这么奇怪吗？他、啊、就不讲哈、哦，为什么不讲？这有什么不能讲？你是什么信什么秘密教哦？好、哦，帮派组织吗？是不是？那亲近哪个道场就有哪个道场的殊胜呐、啊？哈、哦，所以呢，希望大众呢，哎，要知道，哎呀，听经闻法就是一种布施，啊、哦，不要小看哦自己
能够用身口意来供养一切诸佛的功德，这种殊胜的功德力是不可思议的。好，那这是闻法，这闻法的供养。好，那我们再继续看了，菩萨摩诃萨以身布施一切众生，以身布施。那这个布施呢，来我们看455页，前面的布施它是这个我们就是去当义工啦，可以去成就，让大众呢能够像大地一样能够承载一切的辛苦的事情，辛苦的事情都我来做，是不是？好，但是呢这个地方呢，因为听了佛法之后呢，你要更多的布施。很多人学习佛法哦，学到最后越来越窄，有没有？因为你修行啊，还没有入法位的时候呢，你借由发心来亲近道场，但是亲近道场之后入了法，入了佛法的这个大海，开始就有人说，我要去闭关了，有没有？他要怎样闭关？他要把这个三藏十二部经好好的学，那这个闭关呢，一闭啊，可能闭到没完没了，那很有可能会怎样？会忘记要行菩萨道。忘记行菩萨道，以前行菩萨道是凑热闹，学了法之后行菩萨道是慈悲。那如果呢你学了法，这个法的一个用功啊，所以有些人学法是为了解决自己的烦恼嘛，那自己的烦恼解决了，我就不要管别人的。可是你解决了自己的烦恼之后，又愿意把自己布施出来解决他人的烦恼，成为一切众生的明灯，那就是更大的布施。这有不同的阶段嘛，是好。那过去亲近道场是因为自己需要，现在呢参与道场是因为让大众起欢喜心，是所以呢这是有一种层次上的不同，发心上的不同，所以呢我们说这个也是一种布施，自愿其身为大明灯，自愿其身为大明灯。所以菩萨呢是真的是身心都无畏的布施出来，这一点呢是不是很有体会？我们以前到道场真的就是去学法的，学了佛法之后呢，完全呢就怎样，毅然决然哦，就是只是一心向往的要到道场去修行。所以呢你说世间呢，有一个大好的前程啊，或者是呢有什么工作啦，有什么家庭啊，有很多的美好的前途啊，你都觉得那个都不够美好，最美好的就是你在人生最好的时候去修行的，这是当时出家的时候觉得这个是人生做的最重要的最有意义的决定。刚才我在下课的时候呢收到一通那个语音的留言，就是我们有一个加拿大的一个小姑娘，她刚满20岁，她呢就有一点点的困扰，她说她醒过来好像20岁生日以后呢，每早上起床啊，突然呢有一瞬间呢身跟心分离，然后呢那个心啊就说这是我吗？突然就想，我从以前到现在啊，我好像都没有做过任何有意义的事情，然后他就在思考他的人生的意义啊，然后呢他也不知道意义是什么啊，中文不太好所以他在讲的时候呢，他说他也不知道什么是意义，他一直以来都是无忧无虑的过日子啊，可是呢突然之间呢，他觉得他已经20岁，他是成年的，他应该要能够帮助这个世间，可是他竟然好像不知道他能做什么，是他所以他说他有一点困扰他说师父请问这可以读什么经就可以知道我的意义这样这很可爱他是一个这样子的困扰。那我相信呢很多人也会有这种问题，甚至于有时候你忙了一辈子，你也许在某一个领域是专业某一个领域是很有成就，但是你还是会去思考那你的意义是什么，
是不是？我们赚了很多钱，我们社会上有一点地位，有一点影响力，好，但是我们的终极的那个意义与价值是什么？是不是？所以当时呢，我们师父在出家的时候，就是只没有想到什么意义，只想到自己赶快跑去修行，就觉得这件事情应该是要追求自己到底人生的定位是什么，我是谁啊？然后可是呢，在道场修行啊，才好日子没有过一年呢，就被师父派去去金色去道场，派去道场派去金色，派去分院。为什么我要回去凡尘俗世啊？我就已经决心要什么青灯木鱼过一生，不要问这个世事了。这五浊恶世逃都来不及，既然现在要回去，这个回去做什么？我不会，我不要，我不想，我不能，所以各式各样的不能，可是不敢，不敢讲，是因为我们老和尚呢，那个任何一句话就像圣旨一样你也不敢讲，讲了也没用，那就会去想那这是什么意思？那师父呢，把一个道场交给你，那你就去做。然后我们第一次呢，就三个小毛头才二十出头，就一个当住，好像搬家家酒呢，一个当住持一个当监院，一个当知客三个加起来呢的岁数没有我们的功德主大，是不是？我们的功德主呢一来说，你们住持在哪里？我都不敢讲，我说不在请问有什么事情我可以跟他报告这样那人家什么都不会然后就要去面对这些这个社会很有威望的这些有成的企业家然后大功德主你会什么？是不是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这个功德主呢很可爱他说，师父你几岁啊？你成年了吗？你成年了吗？后来呢被他逼问我们出家人都不讲年纪的被他逼问到最后只好讲，他一听比我女儿还小所以他就把我当孙子在养这样护持他说老和尚怎么派 这三个说他是去请老和尚派住持，他没有想到派这 三个小朋友那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考验你明明真的就是什么都不会，就是你也没有出过社会，你要讲这些话你也听不懂，你只懂得佛法，而且那个佛法呢还是很生疏的佛法后来发现呢原来这样就够了因为一光的度两光的两光的度三光的虽然我们不是很灵光，可是有一点点有一点点光那你只要呢有一种谦卑的心，就是我是来服务大众的所以担任住持这件事情其实你是更是不能够骄傲的，因为什么都不是你就在骄傲，你完蛋了迷失在这个名词里面这名词呢是随便安的啦是不是？我每一个人都是家里的住持，只是你有没有真正让佛法住世，你有没有受持佛法那如果有的话，你自然就会知道你的那个功能在哪里。所以以身布施的时候呢，第二个阶段你就是你懂得这些佛法，你要把它变成能够利乐有情的工具。我们的身心是工具让大众欢喜，让大众能够有智慧，让大众能够离苦得乐，让大众发菩提心。那这是第二个阶段的一种发心所以这个其实菩萨呢想要把自己布施出来，这是不简单你 自己要具足有足够 的这种领悟力，你才能够了解你这个意义是在哪里要不然你就布施一堆习气出去也不一定是利乐有情，有时候是障碍众生好，那菩萨摩诃萨自以其身己是诸佛，于诸佛所念报众恩，如父母想，于诸如来起身信乐。所以呢这个接下来呢他就讲说要用
这个身是布施给一切众生的时候，要用一种利乐有情的心嘛。哈，457页呢，这边就讲呢，那我来供佛的时候呢，我就是要以报恩的心啊，所以将此身心奉承刹，是则名为报佛恩，是不是？好，所以我们常常讲哦，报佛恩要不要说，哎呀，佛陀，我真的是觉得你太伟大了，我都帮你装金、穿金戴银哈、哦，就有的喜欢用供养金箔的方式打金牌来供佛嘛哈、哦。那当然呢，这个也是一种供养，好、哦，但是呢，如果我们能够把自己的身心布施出来，哈、哦。我们对于佛菩萨的一种恭敬心啊，其实他就在度众生。家里面的人哦，他要能够让、哦、就是感动于你的身心哦，其实恭敬心是可以感动很多人的、哦、有些人说，哎呀，我这种恭敬我会不会矮人一截啊、哦、其实不会。所以我们会看到有很多小朋友、哦、那小孩子呢，从小呢见到佛，见到师父哦，都很恭敬，你就知道这个是家教。家里面的爸爸妈妈或者是阿嬷、阿公阿嬷，他是怎么样去侍奉佛的、供养佛的，诶，孩子就会学习。好，所以呢，如果呢我们在供养佛的时候以报恩的这种心情来供养，你都不需要去解释佛法是什么，好，自然呢就会以身教来影响身边的人哈，所以要尊重一切的众生，要供养一切的佛呢，很简单，就是你自己常常有这种报恩的心哈。所以念报众恩如父母想，于诸如来起身性乐，那自然而然呢，这个身心呢就是最好的供佛。所以不用说，哎呀，佛陀，我把那个最好吃的水果留给你供养，当然啦、啊。那个最好吃的佛也没吃，最后是谁吃？其实那是我们自己吃啊，哈，好、哦，所以呢，哎，这哎，我们这个佛陀呢，他也没有需要这个，啊，你打金牌他也没需要这个，嗯，他如果会讲话哈、哦，他就跟你说，这个我们家很多哦，黄金为地，琉璃为瓷，多得不得了啊！你为什么拿地上的砖头挂在我身上啊？哦、是不是？哦、是我这身上的这个金光啊，它不是用涂的，它是自己内在散发出来的哈、哦，所以是不需要哈、哦，不需要另外外在的东西。好，那但是呢，如果你真的好、哦、念佛恩、报佛恩，你就把自己好、哦、把它变成好、哦、修行人，那就是最好的报恩，是不是？所以所有的供养就是法供养为最嘛，哈、哦。好，那再来呢，我们来看后面哦，哈，460页，这是布施国土一切诸物乃至王位。所以他现在呢就在讲什么，讲说，诶，我们现在布施，如果布施了自己，然后又布施了国土，国土就是你的整个啊，整个世界都可以布施出来啊。那这里是指王嘛，那我们是不是家里的王啊，这我的三大王，对不对哈、啊、至少我也是家里的公主啊，是不是也是家里的王子哈、啊、那我愿意把自己的身家全部通通都布施出来。好、啊、那、能不能我们自己想想看，我们有一天也是要撒手，是不是？你现在不布施，有一天也是得要布施，只是不得不布施跟欢喜好、啊、来布施是不一样的。所以为什么说十回向心哦，它都是啊、哦、随缘布施。他说师父有没有其他法门？怎么讲来讲去都讲一样啊？哈、哦，对，因为我们执着的东西太多，所以他现在要一一的检查，这个舍不舍得掉？是不是？有的东西你没有执着心，你当然很容易舍啊，是不是？啊、哦，所以师父这些东西我本来就不喜欢啊，尽量拿。好，这时候呢？喜欢的就会被拿走，是不是？要布施，要布施喜欢的。哎，我自己也要用哎、欸。好、哦，这眼睛只有两颗，哦、两颗给你，我剩下什么？哦，这个时候呢，这就叫做布施，是不是？你本来就是多的，本来就要不要了，
那基本上呢，那就不叫做布施，那叫做惜福。所以有些人是怎样供养，都要把那个快过期的拿来供养，赶快赶快，师父啊，这发心，你们人多哈，吃比较快哈，所以有的会这样子哎，是不是？那哎呀，这些都是剩下的，好，那赶快惜福哈，惜福当然也是一种布施的方法啦哈。但是呢，如果我们把最好的拿来供养，好，自己最需要的也都愿意拿来供养，那真的就不是普通的心情了。好，那种修行呢就不一样的。好，所以我们要能够舍哈，先把能啊，就是先做到能做到的，等到做到能做到之后，再慢慢的去把那个本来做不太到的做做看啊。然后如果做不太到，那我们可以先做一点点啊，先做一点点。所以其实现在我们常常在啊劝大家啊，又要发心出钱，但是还要什么出力，出钱出力，还要来听课听法，因为这样子你才会知道出钱出力的意义是什么。好，是不是我们学佛了之后，就要让自己越快的怎样，十八般武艺通通都兼备，要越好用，才会越有人要用啊。好，所以我们刚出家的时候，真的什么都不会啊。好，但是也后来回头一看，也很感恩啊，老和尚竟然哦，都不怕我们搞砸他的场子啊。哦，20岁的小毛头就要去当住持，哎呦，你也太看得起我。其实不是，是很看得起那个众生的善根，是不是？而且的确呢，哎，很多人他是不是冲着这个法师来的？他是冲着他要学法来的嘛？所以呢，哎，他也愿意来听课，来听法。好，那在听的时候，他是听法，又不是听你在布施、在表演，不是啊？好，所以在这样子的累积的过程当中，因为有各式各样的各行各业的人，好，在学习啊，彼此之间互动的过程当中，我们在学习如何传播佛法，所以就累积了啊非常多的经验啊。所以我们就说，哎呀，师父也很感谢啊，有很多人来踢馆，那越会踢馆呢，越知道啊，原来有这种思维模式，是不是？那越能够踢馆啊，表示呢，他还知道我的馆在哪里啊，是不是？他才踢得了，是不是？所以他一定有所准备，他才来嘛。好，上一次我们讲哦，啊，师父有第一次要去北加弘法的时候，要讲《楞严经》哦，他们那一群呢，高级知识分子啊，哦，就分组，一人拿一本《楞严经》的注释。3个月前就开始研究了，啊，然后呢，3个月前就开始拟问题，拟了洋洋洒洒的一大张，好，20几个问题，每个问题呢都是经过啊深思熟虑讨论再三，好，啊，来拟出来的问题，好，啊，主要呢就是想要，哦，谁那么大胆，竟然敢来弘扬楞严经，啊，是不是？哦，我还看到一个那么年轻的一个小师父啊，是不是？那后来那个居士就讲，我们啊在后面呢就在讲，看看这个小师父能讲什么啊，是不是？好，啊，所以呢，他们哎就准备了这么多的题目，好，啊，那从早到晚呢，他没有在听你讲什么，就是等着最后问问题，是不是？那有什么好怕的？啊，你只要讲到呢，没什么时间问问题，就今天课程结束。就好了。这种事情我看多了，那个表情一看就知道是要来踢馆的啊！你不要理他，你理那个喜欢听的就好了，是不是啊？啊，那当然后来也是有给他们讲问问题啦，哈，啊。只是呢，啊，就是也是累积了这么多的啊这种问题啊，这种问题都很有挑战性的问题，是非常好的，因为他一定要对啊这个法门很熟悉。他才找得出问题，是不是？那个哈，哦，门外汉哦，随便讲什么都说好好听哦，啊，其实乱讲他也觉得很好听，因为他听不懂，是不是？哈，听得懂的呢，才知道问题在哪里。你有一个地方矛盾没有办法说服他，他就不满意。所以你要有准备，你
你才有办法应付这些踢馆的人士。所以到最后呢，哎呀，这个就是你要感谢啊，有这么厉害的啊，这种思辨的方式，才有这么好的一种修行的体会。所以这是累积经验啊，身经百战啊，所以这是啊，我们要感恩啊，也是一切众生的成就啊。好，要不然你要去哪里行菩萨道？好，你能够度几个人？没有几个人能度啊。好，如果我们就是没有在这个过程当中经过各式各样的历练，你凭自己的生命经验是很有限的。好，所以呢，这是啊菩萨的一种修行。他说我要布施，我可不可以什么都拿来布施？其实布施到最后呢，你收获最多。因为布施完这些东西都舍完，你就登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位耶，是不是？哎呀，所以原来我们的一生的功课就是来练习放下，是不是？但是放下又不能够放弃哦，是不是？做了很多还要练习放下，这厉害哦。因为很多人是有了一点点成就你就放不下了啊。那这个放不下哈，是本来你就放不下，不是因为你有没有成就，是不是？好，所以你说啊，师父我很忙，很忙就没有时间来用功吗？不是，那个很闲的也不用功哎，因为那流浪汉每天都在路边流浪啊，他很闲啊，是不是？我们说来这边听课都免费，他说他宁可躺在那边，他也不要来听课。是不是？好，那你这很忙，很忙的人也能够用功啊，看你怎么安排时间而已啊。而且越忙，最忙的应该是佛吧，佛应该最忙哦。他不只是在这个世界忙，他还要分身千百亿，多忙啊，是不是？好，那只是你会不会而已，要不要而已哈。所以呢，这个地方呢讲，菩萨摩诃萨布施国土一切诸物，什么通通都舍。其实这些布施的是要破除自己的浅贪，好，那我们在这个过程啊，你就会发现你的心量啊，随着这样子的布施，越来就越心量广大了哈。好，那我们今天呢，就先讲到这个地方了哈，就是这布施王位哈。那下一次呢，我们再来讲后面的部分啊。我们希望下一次这个28卷可以把它。好，全部把它讲完，我们就进入下一个，好，这个十回向的第7，好。来，我们来回向啊。愿我无敌意无危险，愿我无精神的痛苦，愿我无身体的痛苦，愿我保持快乐，愿我的父母亲，我的导师亲戚和朋友，我的同修无敌意无危险，无精神的痛苦，无身体的痛苦，愿他们保持快乐。愿在这寺院的所有修禅者无敌意无危险，无精神的痛苦，无身体的痛苦，愿他们保持快乐。愿在这寺院的比丘、比丘尼、沙弥、沙弥尼、善男子、善女人，无敌意、无危险、无精神的痛苦、无身体的痛苦，愿他们保持快乐。四字句的布施主，无敌意、无危险、无精神的痛苦、无身体的痛苦，愿他们保持快乐。愿我们的护法神，在这寺院的，在这住所的，在这范围的，愿所有的护法神无敌意、无危险、无精神的痛苦、无身体的痛苦，愿他们保持快乐。愿一切众生脱，就是众生，一切有形体的众生，一切有名相的众生，一切有身躯的众生，所有圣者，所有非圣者，所有天神，所有人类，所有苦道中的众生，无敌意，无危险，无精神的痛苦，无身体的痛苦，愿他们保持快乐。愿一切众生脱离痛苦，愿他们不失去以正当途径所获取的一切，愿他们依据个人所造的因果而受生，上至最高的天众，下至苦道中的众生，在三界的众生，所有在陆地生存的众生，
愿他们无精神的痛苦无敌意，愿他们无身体的痛苦无危险。上至最高的天众，下至苦道中的众生，在三界的众生，所有在水中生存的众生，愿他们无精神的痛苦无敌意，愿他们无身体的痛苦无危险。上至最高的天众，下至苦道中的众生，在三界的众生，所有在空中生存的众生，愿他们无精神的痛苦无敌意，愿他们无身体的痛苦无危险。回向功德，愿此功德种善根，累世冤亲同沾恩，由思解脱诸苦恼，共尽菩提度有情。至诚礼佛三问讯，再问讯，三问讯。